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达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委第九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4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13日上午9:01至下午10:19，地点本院群贤阁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柯志温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李坤泽委员等34人，列席人员沈建安。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小仙率同有关人员，召主席黄召集委员国书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二、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非质询。本日议程由委员柯志恩等17人提出质询，现经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小仙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高露仪用等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决定一，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二，本案报告及审查结束，因此提案第一案修正通过，第二案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记载错误？没有。好，议事录确定，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有二，分别为一。继续处理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两案。二、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12案。首先介绍本委员会今日出席之委员，现场有吴志扬委员，有苏巧慧委员，有柯志恩委员。很好，掌声很大，很好。好，介绍我们教育部的官员代表哈，潘文忠潘部长。好，列席的哈有台北市政府哈台北市大运执行长苏立琼苏秘书长，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薛春明薛副秘书长。好。那其他教育部的主管大家都很熟了，我们就省略。好，首先请教育部部长进行口头报告，说明教育部主管预算必须解冻之原因。请部长来说明，10分钟，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大家早。今日应邀来列席我们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就本部104、105被冻结的年度预算来提出解冻的专案报告，致为感谢。那本次仅依照我们大院审议本部预算所做冻结预算的决议提出报告案共14案，冻结的金额共计23.94亿，其中105年冻结12案，计20.33亿，104年冻结2案。计3.61亿元。那么详细的书面资料再请委员来参阅。那么以下我就口头的就本次动资解冻预算来做报告，恳请各位委员鼎力支持并同意能够动资预算以利后续业务的推动。那第一是冻结预算及厘清解冻的说明。第一，本部各单位冻结6.28亿元，其中包含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导科目项下共计冻结3.4亿元，包括第一个有关强化人才培育及产学合作机制的部分，未能持续的推动大学校院创新创业扎根计划，那么等产学合作计划以及青年就学者养成计划等人才培育计划。第二个是有关迈向顶尖大学的计划部分以及整体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能见度为目标，使受补助的学校能够在教学研究国际化及产学合作我国整体高等教育的世界排名跟学术影响力能够来持续的来成长。那第二部分是针对技术职业教育行政及督导科目的部分总共冻结2.27亿元，这当中就包含有关产学合作及技职教师研习的部分，那么希望能够来借由引导学校与产业建立联系的管道，借以促进学校跟产业之间的交流，加速技专校院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并借由产学合作成果的反馈教学，调整学校人才培育的措施，以发挥技专校院务实自用特色，
那第二个是有关奖励科技校院教学卓越计划的部分，那么借引导科技大学及技术学院依其定位发展多元特色，持续深化各项教学品质改善措施的内涵，营造优质的教学环境，强化学生学习的成效，提升就业竞争力。第三，师资培育跟师资艺术教育行政及督导的科目项下，有关健全师资培育冻结0.3亿的部分，那么未来会从落实师资培育法多元储备的制度，规划师资培育的数量，以及落实实习制度等功能各方面呢、来强化以培育优质适量的师资。那第四是针对终身教育行政及督导科目项下有关推行家庭教育冻结0.1亿的部分，那么依据家庭教育法及家庭教育忠诚的计划，来加强家庭价值及家庭教育服务理念的宣导，关怀优先实施家庭教育的对象，以提供增进家庭功能的各项的活动。第五，有关在学生事务与特殊教育行政及督导科目项下学生辅导及性别平等教育冻结0.11亿元的部分，那么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设置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推动全国性别平等教育，借以消除性别歧视，维护个人尊严，建立并厚植性别实质平等的教育资源跟环境。第六是有关在资讯与科技教育行政及督导科目项下，在网络学习发展计划冻结0.1亿元的部分，那么为了办理台湾学术网络频宽提升的计划，并推动校园网络最后一里建设，驱使各级学校的联网频宽符合数位学习及行动学习所需要。那第二部分是针对有关本部所属国民国监署冻结2.05亿的部分。那么第一是在105学年度高级中等学校入学制度采行免试入学以特色招生分发一次入学分发到位的模式来减缓学生升学的压力。那么12年国民基本教育入学的方式未来会以现阶段能够在15个就学区为基础，在超额比序及国中教育会考采计制度的不变的原则之下，稳定来逐步扩展现行入学制度。那么详细的评估各就学区学校的条件，持续来沟通，投入资源，逐步的调整。未来会持续挹注在高级中等学校的资源，强化课程与教学品质，引导学校优质的发展，并逐步的扩增优质高级中等学校的数量。第二，精进高中教师教学品质，落实推动普通高中课程纲要作为学科教师专业社群的沟通平台，那么收集课程纲要实施的意见，并研发会诊各学科教学资源，规划办理教师专业成长研习。令本部也在5月31号那么来废止103年微调的课纲，并回复修正这个课纲的这个进度。那么目前有关课审会的设置跟办法，目前已完成草案也会来正式的对外进行公听以利这个整个课程课纲后续的发展能够如期的来进行。第三，补助各地方政府办理友善校园学生事务与辅导工作，以建立无性别偏见的友善校园环境，并执行诸项策进的作为，包含本部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议事规则来增列本委员会即各分组会议，原则上以委员大会决议或决定的事项来使得为业务发文的依据。另外，以通案函文为原则不再针对个案做提醒。第三个是函知各校遵循选用辅助教材协助来教学各项的注意原则。那第三是针对本部所属提议署冻结15.61亿元的部分，那么这部分来跟台北市政府共同的合作来筹办2017年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使各场馆新建的工程能够如期如此来完成，那并配合相关的测试赛的举办来发挥主场的优势，争取佳绩并透过本次大型国际赛会来增强国际形象与知名度，以提升台湾整体的竞争力。目前台北市政府也积极的来对各场馆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整个团队也跟
教育部我们体育署啊、密切的合作、每个月都有定期的这些会商的会议，那教育部也会全力的来协助、台北市政府、尤其是在各大专校院、我们相关部会啊可以来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权力、资源啊来共同办完、办好我们2017年台北市大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际赛会。那最后、本次的报告有关本部、被冻结的预算，那么都是、各项重大的教育政策推展之所需、确实必要的经费，那么恳请各位委员来支持解冻、本部的预算，那使各项的计划能够依照规划内容及进程、来进行、各项教育的政策、得以顺利的推展。那等一下我想在各项的解冻预算、委员有垂询、我想教育部会再更详细的来跟委员做口头的补充报告，谢谢，请委员来支持，谢谢。好，谢谢潘部长。好，现在进行询答，每位出席委员询答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询答时间为6分钟，10点截止发言登记。委员如有临时提案或预算解冻之修正动议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首先请吴志扬委员质询。主席有请部长跟体育署署长。好，请潘部长跟何署长。吴委员早。好，部长早，署长早哈。因为今天案子是很多了，但是我想最大一项那个数字，大家一看眼睛就一亮，居然有多少15.6亿啊，在冻结中啊。当然我们知道台北市政府现在办这个市大运很辛苦，也急需用钱啊。在这方面啊，我想这个解冻案啊，本席是支持的，本席支持，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担心。如果等一下有事和秘书长补充的，你们再，我们怕我们的资讯不够清楚啊。因为这个市大运说实在是国家的门面呐，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要办到奥运的机会是不太大，那世界上第二大的运动赛事就是市大运，所以这一次办得好办不好哦。是国家的面子啦，不是台北市自己的面子、也不是柯市长自己的面子而已、所以你刚刚有讲了，体育署教育部会全力的协助、我想这个态度就对、不要觉得说我只要预算给他就好、剩下好不好办得好不好那是他家的事情，不行这样、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我就要收回来，我不一定要解冻、我们会全力来协助支持、台北市政府先准备好、第一个我觉得我先请问一下，是不是场馆的部分我们比较担心啦、是不是你方便你也走过去啊、因为有好多的报告有不同的数字、我先把最简单的数字先讲清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问才不会问错、总共有59个场馆，其中有5个是不必去处理的、有2个是新建的，剩下52个是整建的，所以是5+2+52等于59，对不对？是。好，到底现在这个整个进度，我先问部长有没有掌握，到底来得及来不及？是，跟委员报告，就我因为上任之后啊，其实对这个事情是很关注，所以也尽快的就拜会柯市长团队，包含当时苏秘书长、副秘书长都在，那确实对整个目前市府对整个相关场馆的这个经费跟相关的进度有列出非常详细的进程，有没有？你应该有一个那种是有一个 list 有一个图吧，对、尤其当时我们说新建的工程耗时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也都在这样的期程里面会来如期的完成，那因为当时也涉及到有几部分的经费需要教育部赶快的决定啊、我请问一下台北市的目前总进度大概多少？30%几？是，那个跟那个吴委员报告，是台北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兼那个市大运的副执行长。是，
那目前的整个场馆也是主要是由我在跟对你赶快讲百分之几好我那目前的进度第一个我先跟爸爸报告除了委员会关心四大运场馆的进度以外世界大学运动会的组织我们简称叫做 F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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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五月份到五月十五号把我们所有的场馆看过一遍以后那我们也跟他口头报告过他认为我们目前的 schedule 是 reasonable 也就是没有问题这我特别要强调是没有问题那为什么民众有来认证对有真的有那个这个我现在有录音嘛有我那个我所以我们回答一定是句句实话甚至台北市议员陈彦博在今年四月份录音要录影我也是跟他讲没有问题那场馆为什么整件场馆为什么都是在这个时间来施工是有原因的场馆太晚花苞当然不好太早花苞也不好为什么有不好第一个我们所有的四大运的场馆都是要根据是为了四大运而准备的那四大运的所有场馆譬如说足球场馆它是根据国际单项赛会 FIFA 的好没关系我时间有限啊，就是说 FISU 有认证是没有问题但是我提醒你因为前天你们总咨询结束的时候议长你们的吴议长特别说他比较建议说四大运要加把劲加把劲的意思就是他看出来他可能整个咨询他有看可能就是这一部分要再拴紧那你刚才讲的有时间性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这是工程上面的一个专业但是我提醒你就是说目前你们那个五十二案里面只有一案是确实已经发包没有报告已经招标完成报剩下目前已经六座发包了我们本来的预计时程表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月跟下个月那么在这个时间来发包六座对对对那个这个也是在FISU认可的范围内对没错好而且我们会根据时那这个是一个以发包的数量来讲另外一个就是说有比较大型的就超过五千万的是要送到体育署是总共有十六件是那体育署当然也不是工程专业所以他会转给工程会去帮忙审查所以就我们了解现在十六件里面有都送给体育署了但是体育署只有八件送给工程会审查那这种超过五千万的应该是属于比较大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工程那我们很担心怎么大的到现在只有一半走到工程会这工程会弄完回来以后你们才能发包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整个事情会不会 delay 到那个报告议座那个不会那个从今年我不是议座我不是议座我在议会那个必报委员对不起这我口误因为我在四月惯了那个我们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就跟公共工程委员会讨论怎么样让这些西部设计能够很顺利的完成那目前来讲那个跟委员报告总共有十一座五千万以上的工程已经都送到体育署那目前我们的体育那个十一座不是十六座都送去了只有十一座送到工程会十一座十一座加三座了对不对十六个都在你们那边了嘛好那我们现在的审查是同步的也就是台北市政府我自己第一个我要先审查我审查的时候已经邀请体育署的官员共同审查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也同时来审查所以这整个那个审查时间我们会让它缩短到最对不要光是在你送给体育署体育署送给工程会工程会送给体育署体育署来送给你们这个时间真的无聊公文旅行的时间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做而且你们三方面可能大家在里面签意见签的这搞你一下就动不了了所以你们有请你们三方赶快把它定案那另外你们的募资是不是还是很不顺利呢你们有自筹的部分嘛对不对10%怎么看新闻报说一块钱都没募到怎么会这么惨台北市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关心其实我们是自筹款应该10%嘛那我们总经费现在控制在170亿
171亿，所以我们自筹款要有17亿。那这自筹款十七亿里面，包括我们未来有些票房的收入，好，门票的收入。不是，我是说你募资的计划。对，所以我们募资计划现在目前第一阶段是先以物质的募资为原则，我们目标取向会至少物资要募到目前谈妥差不多要签约的有8.9亿了。那因为我们现在这募资是很慎重的方式，我们谈妥任何要募资之前，我们会把他的要赞助的方式在公告给大家看，有同样条件愿意来赞助，我们在这选择最优的来做赞助，所以这个流程有点冗长。那我请你们拜托你们多加把劲哈。那体育署这边，你如果有过去合作好的厂商，可以介绍他们，好不好？谢谢。因为台北如果连台北市办这个活动，最后都募不到钱，要用公务预算，甚至要去举债的话，那真的是笑死人了啊！真的是笑死人了啊！那另外，我特别在讲啊，就是说，我请问一下，这是一个难得的台湾曝光的机会，除了赛事顺利，这个是第一点啊。那到底有没有预算说要吸引多少的人潮来观光？然后对他们来到，因为这个赛事来到台湾以后，他们的消费可能会达到多少？有没有做个预估？跟委员说明哈，目前我们对职员至少要有1.5万的人，那他包括他们家属和附带有一些喜欢看这个不同的球赛的民众，我们是有一个相关的旅游的配套的一个措施啦。那现在目前我们以韩国的经验呢，他们每一年的一个去年韩国的这个经验也得造就很多观光数，所以目前我们数字是以至少不能低于韩国那个目标。对不起，那个数字我在做确认，我们现在目标是以不低于韩国那时候的运动会带来的观光人潮为目标，当作追求目标。我提醒啊，这个就是哈，我回到署长跟部长这边哈，我一直讲到说，运动观光、运动休闲旅游业是运动产业发展条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台湾未来要走的。那我刚刚已经开宗明义讲了，台湾要办奥运的机会我相信不是那么大啊。那这一次不要把它当成台北市的事情，好。这个事情应该是教育部、体育署，甚至观光局、交通部的观光局，你要找他们整合进来，对不对？这一次，那我也跟台北市政府讲一下哈，你可能不能比照韩国而已，因为韩国还有机会办更大的活动，我们可能这个是最大的，所以不是台北市自己的啊。第一个，你不要。又是故宫啊，101啦，40夜市啦，我担心你的配套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台要整体宣传台湾啊。那这个如果教育部如果没有办法心有余这个力有未待的话，交通部要来帮忙嘛。是，我跟委员报告，现在这个平台里面也就是包含教育部交通部的观光局哈，就如委员所提到，它是以整个台湾来作为这次赛会的。那我因为有时间就到了，好，我希望。教育部跟体育署，你利用这次机会，拜托这个教育部，你有现在有专门的次长啊，把运动观光这个产业利用这一次四大运办，还有一年，赶快把我们可能可以做什么事情，利用这次机会，这次机会你不用，还有什么机会？这次机会你看看到底运动观光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台湾这么棒的宝岛，不管是来观赏的，或来参与的，或来是单纯的观光，都有很棒的可以吸引人的。然后再加强国际宣传的力度，国际宣传不是只有台北市宣传，应该是交通部观光局要把这个当作是台湾的重要的活动，去向全世界宣传，然后这样子才会有整体的效益嘛，好不好？是这样子，你们要答应要这样做，请你们在一个月以内把这一次四大运，我们体育署这边打算在运动观光这个部分吸引多少的人，做什么样的消费啊的一个计划啊给本席啊，好不好？你能不能答应？答应我才等一下才要给你解冻。委员可以，是，可以啊，好，加油哈，台北市政府也加油哈。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吴委员。接下来请柯志恩委员质询。谢谢。
谢主席，我们请部长。好，请潘部长。委员早。哎，部长早。我想今天我们看到解冻案啊，当然就诚如刚刚吴委员所提到的，大家其实数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市大运嘛。我没有像那个委员问的这么清楚，而且我相信我们接下来的很多的委员也会追着这个问题。我其实很简单，六月一号，我们的柯市长又说市大运办不好，他又要切腹自杀了。哎呀，听到这句话，能不解冻吗？啊，部长，能不解冻吗？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我不会太斟酌。其实呢，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有很多人会追问之外呢，因为他姓柯，我也姓柯嘛，他那个 P professor 我也是 P professor 嘛，我是基于柯 P 的理由，好不好？这个部分里面我会稍微给他和缓放下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来问下面的问题。是，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问一下，虽然呢，我们在看呢这个所有的解冻案里面，我们第一个看到第三案是有关于高教的这个层面里面啊。虽然呢，我也不认为排名非常的重要，因为前天刚好是 QS 的亚洲的排行里面嘛，我们互有增长。但是呢，为什么我也知道次长也特别提到了，排名绝对不是一个重点。但是你们所送出来的报告当中呢，其实呢，你把所谓的排名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绩效。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就要开始会特别来提到，那特别是我们的陈次长他也提到的，就是说排名不算什么，我完全同意。但是呢，他也分析了其中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国际的合作，基本上目前有待这个加强。这个十年下来呢，我们顶大已经花了我们1000多亿，到最后结果呢，我们既然说我们这个国际的合作，国际的这个部分里面是有问题的，那不晓得部长你这个部分的看法到底是如何？是，我想跟委员报告，我想确实，在整个大学的世界排名啊，这个 有上有下，包括这一次 QS 的公告，我们也有若干的学校，也是有进步。没有问题，对，我知道，对，是。那么对于这个推动十年的有关顶大的这个计划，因为包含我们立院呢也都很关切，原本有在做一个检讨，要在启动高教发展蓝图的这后续的五年计划，但是大家也对于过去的执行啊，是不是有一些应该在做更深入的一些讨论？没有问题，部长，这个部分我们会支持。对对，但是我现在只是强调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化这个层面上面，为什么这么多时候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成效。然后特别我还要一起来去提到好了，这个陈次长他特别提到，在我们很多国际的能见度上面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会议当中，只要提到所谓的国家，那就基本上我们就碍于这样的身份。然后不能去，所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所谓的国际的声望。我这一点要提出非常大的一个质疑。所有的学术的发表当中，任何发表过学术 paper 的人，只要你的这个 citation 够的话，其实并不是什么国家。我们又不是参加 WHA， 又不是参加 WTO。我正在想请问一下，这教务部所告知这个媒体里面的，有哪一些部分，我们这个研究的产能是跟国家的相关或有关？请条列给我看一下。是，我想谢谢委员的指教哈。那么对于当然次长这边哈，因为他也在高教领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见解。那刚才委员提到的哈，在国际合作的这一部分呢，确实我们自我们的检讨哈，在我们有关国际化的环境的建制啊，这些年包含未来，其实都是还要再持续努力的哈，因为要招吸引更多的国际的学生。我知道教育部高教司不断在做这个努力，但是基本上面到目前为止，包括我在大学任教，我觉得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这个部分里面呢，你如果是透过你们刚刚所提到的11项指标当中呢，其实那个指标本身的 KPI 当初的设定其实就没有太高的标准，所以要达标其实一点都不困难。特别有很多内涵的问题，包括你说英语全班的部分。说实在，大家都知道，很多在开这个所谓英语全部英语授课，他根本讲的那个英文，学生也不是太听得懂。很多时候到最后呢，可能到最后都是用中文来做一个解答，甚至呢，它里面东西有太多不一样，所以那个数字本身其实某种程度还是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化。这一点，我想高教司本身在订立这个指标的时候也非常的清楚。我们只请部长，因为我们整个国际的竞争力不是只有看一个数值，就诚如我们也不要看排名，但是背后到底整个实质的部分到底要怎么来去做，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我们再以下面一个例子来说，以第十一项指标来说的话，你看在这里面有所谓的你们这个产学智慧财产权的延伸的收益，在1999年的时候呢是4.72亿，到了曾经被我们的主计处把它评贬成为一，
因为他这个绩效不佳。可是到了104年的时候呢，竟然到了11.28亿，成长率到138.98%。我想部长，我还告诉你另外一个例子啊，像中研院每一次呢也花了100亿在这个身上，可是呢他们大概产值大概如果说以这个所谓的研究成果来说，大概6000万-8000万，更不要说经济部里面呢，他们很多的科专的这样计划当中呢，一年编了180亿，那他们的产值也大概就是如你所说的11.28-12亿。难道我们教育部可以变成中研院跟经济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牛耳吗？你们他们编的预算比我们多那么多，可是呢他们达到产值跟我们教育部所提升的产值却一样。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因为以前我们做作业时常常在数字上做文章，所以我很清楚这个里面的秘辛了。好了，我只告诉你说这个东西都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部分，可以达到11.28亿。委员，我这个请司长来说明一下好不好？跟委员报告哈，顶大的学校他们对于制裁权延伸的收益，通常是他们有计转出去，有一些回馈，回来的部分。如果这个是跟制裁有关的，他们就会那你们就是扩大，你们就是扩大解读了，没错吧？我们检讨。对，你们就扩大解读，为了不要让他们在这个绩效里面再变成一个乙的这个部分里面啊，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诚实的。来调出，因为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未来应该改进的一个方向到底是如何，而不是用这个数字里面过来。好，没有问题。那我们看下面，因为要解冻嘛，我们来高教里面呢，不是，对不起，高教，我们来技职里面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成效，里面是有关于产学合作，这个所谓的产业学院，还有包括学用。那部长，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做这边，也给了很多的经费，为什么这一块都是成效不彰？因为我们要解冻嘛，我们要知道你们要怎么去做嘛。是我跟委员先报告，如果不足的话，我再请市长比较详细说明哈。那么确实在整个产学的合作上面呢，那过往也有一些相关的计划在推动哈。那我一直包含在地方上服务的时候也努力过，其实是一个契合式的对焦哈，是比较能够更具体的，但是很困难，是非常困难。为什么部长？因为我们教育部花了很多的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是在单练？因为你们很希望学校能够跟所谓的企业界来做一个协合作，可是你有没有做过任何的一种民调来，不是做过一点的那个计算来看，到底有企业界有多少投入在这一块？我发现教育部很多时候在看这个指标的时候，完全就像个 outsider， 就是场外的裁判一样。事实上你会发现，像以德国为例，我给部长一个建议，德国他们为什么技职做得这么好？他们企业界里面有70%几的比率是他们花这些钱，是由企业界来花钱来培养他们这些学生，而且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这些学生被他们所培养之后呢，可能会被别的公司所用，因为是这个整个产业都是很好的。所以你看他们整个的国家单位只出了20%几，可是我们目前的技职司，你看我们花了多少钱，我们企业到底回馈到什么东西？而且我想这也不能怪企业界，因为呢我们现在学生其实也不太好用，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些学生，不管是你说要希望他能够到企业界去做一些实习，但是呢这些实习的学生他要占一个位置，那这个东西你要教他，你又不能把他打他当作一个差遣，那企业界干嘛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苦劳力，对不对？所以你要带一个实习生，企业界到实习生，它是有一套配套的。是，像德国这个部分要套配套的，我们不是只有给钱而已。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不是可以透过跟所有的其他的部会跨平台的来，对于企业界能够投入，对于我们这些技职学生的在职训练这个部分里面，给他更多的奖励？部长可不可以做到？是，你没有透过这个方法，你很困难的。我跟委员报告哈，是，我想在520上任之后，确实。对于产学研的，我们也检讨过往哈。那现在教育部应该说行政院也透过我们政务委员啊，就是在就是组构这种跨部会的。因为我当时在台中市服务啊，虽然在地方政府，但是也深刻的体会到，如果没有这种跨域啊，只是由学校单独对这些产企业哈，尤其台湾蛮多是中小企业，他们在这方面啊，就是相当的。不够哈，如果没有这种连结啊，其实是不容易真的深刻的去做。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打破这个樊篱的话，你花了这么多钱，企业界不买单，然后呢，学校单位又不断的要送学生出去，又推销不出去，甚至这边还特别提到了，你看在5年投入200亿这个所谓的技职再造的部分里面呢，你们还希望技职院校能够让老师能够到企业界去做寒暑假。
怎么有可能？如果老师能够到寒暑假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实务经验，那你不是让那个在这个十几年的这个人，他们就真的打他的脸吗？我觉得提出这些计划都是太单方面。我刚刚说是教育部在单恋了，你知道吗？你总要恋爱，总要双方都要彼此配合才有办法嘛。如果你没有办法给企业界更多的诱因，更多的一些的方式，光是我们这边在召集，我会告诉部长，产学产业学院还有你们所投出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学院的落差。这是我们在解冻的部分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你到底的做法到底是如何。这个部分是我们真的要看到绩效的。最后我还是要看那个很整体的问题。我觉得教育部给我们的这个解冻计划，虽然那是第八届委员，我去调出第八届委员为什么要来这个冻结，可是我发现你给我的计划当中，往往没有根据委员所提出的这样的问题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应，还是用很多的计划的方式来包装，而这些计划的这个本质里面，其实我在网站就可以看得到。我个人认为说，以后以这种解冻的报告栏里面，过去他们认为什么部分，这边就把绩效一个一个拼凑出来。那对于有一些过去已经呈现过的这个计划的内容，真的就可以不要再赘述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帮助我们能够来做这样一个比较聚焦讨论的一种方法。这是给部长未来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希望能够多多的监督，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这部分我们会检讨哈。那刚才跨部会的部分呢、啊，我想会积极来推，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才能够真正让产学产生更大的连结。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谢谢柯委员。接下来请苏巧慧委员质询。主席，我们请部长。哎，请部长。苏委员早。部长早。部长，今天大家关心的议题五花八门哦。今天的备询可能是比平常的主题式质询还要更挑战哦。是，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今天这边呢，要问的跟刚刚前面也不一样。部长，你是真正出身基层、有当过老师的部长哈、哦。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从你的经验来看，要让学生能够真正提升程度、真正能够进步，你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一个。我想这部分呢、啊，我们老师的教学引导哈，还有给学生的这些支持的学习的资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部长真不愧是当过老师，我也是这样想。我认为真的是要能够让学生进步，最重要的方式，比起其他的松绑解禁，其实真正重要的真的是老师的能力啦。部长可能很忙哦，可能没有时间看杂志。其实最新一期的这个《经济学人》的这个部分，确实跟部长您的意见跟我的想法也是一样。要能够让学生能够进步，真正的方式其实就是老师要有好老师。可是问题是，好老师要怎么能够培育出来呢？这真的是有很多的方法。好老师其实是后天被教导出来的，不是天生，而且他需要能够在现场演练，所以这需要能够有很好的培育政策和环境。那我们今天的解冻案中，其实就有跟师培这个部分是大大相关的。所以呢，我今天这边呢，想要问部长，其实部长知道我们现在一个学生如果有志为成为老师，要经过几道关卡吗？目前因为师资培育已经趋多元化，那基本上它是比较多管道，其实是非常多。是其实根据我们台师大这样列出来，现在一个学生如果他有志于成为老师，其实要经过的步骤、哦、取得学习资格，一直到修完到大学毕业，还要经过半年的实习课程，然后再经过教师检定，取得证书，参加甄选，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教师。是，部长，如果今天换成是你是现在的学生，你觉得你有信心完成这九个关卡吗？是，我想我是比较属于当时师范教育哈，也就是师范教育培育的比较单元的哈。那当时真的很难啊。现在是部长了，在每一个关卡现在都有个别的问题。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讨论两个部分就好。第一个是个半年实习的部分哦，部长，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师培体系里面，我们有实习教师吗？是，其实没有哎、欸，我们没有实习老师哎、欸，我们是只有实习学生而已哦、喔。根据我们的师资培育法里面哦、喔，其实这个长达半年的教育实习课程，他的身份还是实习学生哦、喔。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实习教师这个职称。好，那我们对待这些实习学生的心态，部长认为这些实习学生有没有劳动的事实？
他们在学校，在这个教育训练机构里面有劳动的事实吗？ 以目前的实习制度，确实是在，当然是有嘛，他当时以学生身份的立场，然后所以有劳动的事实，他可能会做一些协助。我的问题其实是，既然有劳动事实，部长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知行？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就会跟我们定义目前的实习制度跟现在师资培育法也正在修改，是啊，对啊，因为依据现行，如果是修课内的范围，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这样问部长？真的就是他的身份会造成了后面的不同。根据现行的法令《师资培育法施行细则》第十二条，其实因为他就是学生的身份，所以他不但不是知心，甚至这个实习机构还应该向学生收取相当于四学分的教育实习的辅导费。而且呢，根据师资培育之大学办理教育实习作业原则第32条，他还不得担任专职工作或进修学位，也就是这在半年内，他不但没有薪水，而且还要缴四个学分的费用。部长，如果这个是一个比较清寒的学生啊，那这半年你叫他要怎么过？所以部长，你的态度是如何呢？根据这个问题，是我跟委员报告哈，确实这个在这些年啊，整个师资培育的政策，包含实习的角色啊，这个有前后几次不同的修正。啊、那到目前，就如刚才委员所提到，目前是以实习是在等于说他休业的一部分，一部分，所以有这种现象哈。对。那我所了解，师资培我们师资义教师啊，确实也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是个问题，正在做有关师资培育法的这个修正。那修正，我想各界也都希望哦。所以包含也认为这是个问题。对对，所以现在往下的这个修法的方向啊，是希望能够先检定之后啊，再做实习，这个就会把刚才的这个实习的定位，到底是学生还是他已经完成修业哈，非常会比较清楚的一个修改。部长，这是我下一个问题，这正是我下一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今天想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半年的实习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到底是不是应该有了劳动的事实，是不是应该要有知心的这个动作？那同时呢，我们把刚刚的问题问完的话，部长，我要补充的是，在这个半年的实习过程中哦，他不但是有薪资的问题，薪资给付的问题，而且其实呢，在这个实习机构里面，其实当然大部分的学校是很好啦，本于培育后进的心态，这是非常认真的在做教学，但是我们常常能够听到当廉价劳工使唤的主事者，那因为他的身份嘛，我现在是在补学分的状况，修学分的状况，所以我也不敢反应啊，所以这样子的劳动条件很差，学生不敢反应的状况也时有所闻，所以如何改善这个教育的实习机构的环境，我觉得这个也相当重要，毕竟这半年的工作经验会影响我们未来老师的心态和风格，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哦。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知心，第二个是部长作为这个最高主管机关的领导人，你如何来控管实习现场的品质，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大问题哦。第二个问题真的就是要讨论到底我们的教学实习和教师检定的顺序，所以刚刚部长已经表示了教育部现在的态度是希望能够把它对调，是吗？是应该希望朝先检定再实习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哈，来做一个整个修法的方向。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师检定哦，其实它的录取的合格率其实是今年创下新低啦，甚至是只有到50%而已，从101年的60%到现在105年是只有50%。好，我觉得呢，其实从宏观角度来讲，这个检定教师检定和教育实习两个阶段其实都是不可或缺，都必须要完成，所以其实谁先谁后这个真的是整体思考，但都必须要完成。可是以现行的制度来讲的话哦，我这边也要提醒部长，是你看看这个教师检定考试现在有很多是有情境问题的，我随便举一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那情境的问题，所以是不是部长你看这一题，他说上课钟响了，阿强还在篮球场上打球，恰好被体育老师看到，老师就请他马上进教室，可是阿强正玩在兴头上啊，觉得再玩5分钟就好了，那老师坚持他要进教室，阿强不从并恶言相向，请问如果你是这位体育老师该如何处理，至少要列举5项合理的答案，部长可以回，你有办法回答吗？我觉得这题目很好哎，未来的学生、未来的教育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真正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正是我们要培养的老师啊，非常好。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检定拉在实习之前，
我们的学生，我们未来的老师，他根本就没有实务现场的经验，那他要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他会不会变成是又像我们从小到大还要去补习班，现在有好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又要你答，然后我要背诵答案，这会不会变成实问虚答呢？所以这个问题是教育部有没有想过？哎，谢谢委员指教哈，我跟委员报告，当然学生哈，我们说有关师资培育的这个体系的学生，其实在原来的课程里面呢，他其实有蛮多形态的。学习啦，包含有见习的制度，这些当然都是在更前段的这个学习，那这个我想也会让学生应该是有机会在他还没有进入检定后在实习的过程前，大概也有这样的过程。那当然如果说未来我们修法朝向先检定再实习，我想对于未来的整个检定的这些方式，我想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更深入的去讨论这个不管命题啦或这些设计啊，能够也更能够去复印学生的这种学习。我想要提醒的是，我们确实哦，我们的检定师培的考试，老师的考试，教师检定考试，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好的。那他如果是被教育，他自己本身被训练是这样的思考逻辑，其实这样能够解决问题的老师，未来在教育的现场，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他也就应该从这样的逻辑下去。所以我是赞成这样子情境式考题的哦，所以不要倒果为因，然后变成是我们为了要检定要在前，那他的实习阶段不够，实务经验不够，所以反而是往后修考题。我认为这就是刚好本末倒置了。所以在这里的话，本席是建议，其实我们的师培真的是可以有好好的重新检讨的空间。整个制度上来讲，它有多种的法规都应该要能够同时来考虑调整。在这里建议教育部其实是可以尽到这个责任。是，我们也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尤其是在修法的这个方向上，也跟刚才委员所提的应该是一致的趋势。是，好，谢谢部长，谢谢各位同仁，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吴思瑶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有请部长。好，请潘部长。是，那也请台北市的列席的代表秘书长跟副秘一起，谢谢。委员长。是。嘿，部长早。是，委员长。秘书长跟副秘书长，好久不见哈！所有列席的同仁，大家辛苦了，大家早安。早。我们今天在讲预算要解冻，其实市大运要解冻的不只是预算，更是中央政府过去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的心态。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也希望能够借由委员会、借由媒体的报道，各个县市政府也一起帮忙，不止解冻，而且要加热，替我们现在分布在五个县市的场馆赶快来 warming up。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谈的是如何让市大运如火如荼再加热。那部长，我在半个月前公开在这里感谢你，代表台北市的大家长柯市长感谢你，应该你一改过去吴思华的冷冰冰，你对台北市的市大运投报热情，非常感谢。那今天台北市的代表在这里，其实薛富密，我认为你讲的有点口气大了点，不要报喜不报忧。我们今天要处理市大运整个被上个会期上一届的立法委员会、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冻结的是 15.6 亿，对不对？占全部市大运现在下修预算到171亿的比例有多少？10.96%，也就是11%。如果换算成中央跟我们43:43的均摊，中央补助光被立法院冻结，如果不能顺利解冻，这个比例高达中央补助的22%耶。所以不要报喜不报忧啊，副秘秘书长。今天如果在委员会这里，委员没有替你解冻，非俗的主席说的，我们显而易见可以办最好的市大运，我觉得这个话是要打折。我在这里话说的比较重，我来自台北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报喜不报忧。当然柯文哲说办不好切腹自杀，我还是要公开谴责，还是要公开谴责，不要用这种激烈的情绪的语言在对待这么重要的国际赛会。所以我们来讲，就解冻论解冻。来，下一页。赛事规模是历年之最哦。这几年来，我们从高雄的世运、台北的听奥，我们来对照，其实世大运的规模是远远大于台湾过去举办过的任何国际的体育赛会，是不是？我们苏秘书长过去来自高雄市政府，我们这一次预计参与的队伍会多少队？我们至少是要有160队，160队以上。我们不要输给韩国的光州哦，光州2015刚办完，他们是170队哦，他们来了12200个运动员哦。我们的规模要更大，而且要办得更好，所以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这台湾的脸丢不得。下一页，我们的赛会场地跨越各县市，我不再赘述。同样的，各县市都要动起来，都要一起来加热，包括所有教育部主管的各大专院校都要加热，要不然办不好的啦。所以要加油，我们不要报喜不报忧。下一页。那我感谢潘部长，久旱逢甘霖哦。过去的中央政府对于台北市的不理不睬，对于世大运的成败无关痛痒。谢谢潘部长，6月1号你亲自拜会了柯市长，而且针对柯市长提出的5大要求，你都 say yes， 你都说 OK。谢谢你的阿萨里，我会继续追踪。下一页。而再一次感谢，我要公开说，不止潘部长自己走了一趟，其实前这个礼拜一吧，我们也由蔡清华次长亲自又去拜访了台北市政府，那天接见的是秘书长嘛。针对所有柯市长抛出的5大要求，细部的 detail 是不是也都获得我们次长率领的教育部团队的承诺？在细节的部分，是不是？秘书长，是不是？是的，他在秉持部长的大原则之下，都可以协助。而且我听说啊，我真的要给部长拍拍手，给次长拍拍手。我听说当天还解决了一个大困难。也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动员台湾非常多的志工，那志工有的从南部上来，尤其是语言专业，比如文藻学院上来的学生，他要做翻译，他真的没地方住，台北市的能量也很难去协调。我听说教育部好像说回去研究看看，来整合我们各大专院校的宿舍来协力。来，部长，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做到？是，跟委员报告哈，确实现在我们就希望能够大力的把我们各地啊可以来协助的这些热心的志工哈，能够在四大运当中各地征调来之后，对帮忙安排住宿住宿的问题哈，确实要来解决。那这一部分呢、啊，你都搭了啦哈，搭了，因为我想我们也希望协调在北部地区啊，就近哦可以来，而且这是一个机会，让南部上来的这些志工，尤其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就借这个机会来做校际合作、学生的交流嘛，可以收更大的效益。我们就是在往这方向来支持，对，很好，这个我也会追踪。好，久旱逢甘霖，谢谢教育部、哦。下一页，今天我们讨论的是15.61亿，分2个年度，关于软体跟硬体的预算解读。那我想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会把世大运当作台湾的大事在看待，我也希望能够在你们充分的说明之后能够顺利解冻，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钱给了都要叫起刚来做事情。来，下一页，软体跟硬体都要赶快 warming up。现在5000万以下的38座场馆，5个绝标，7个发包中。如果今天解冻了发包，就赶快去做，不要影响发包的程序。5000万以下的17座的部分也是一样，目前好像只有一个绝标，其他也是要冲刺嘛。拜托你们，钱给了就赶快去做，要不然就没有借口了 ，no excuse。下一页，那软体的部分其实是更关。值得关切，这当中被冻结的预算包括反恐的，包括志工的，包括转播的，包括文化活动的，
包括一些资通讯的这些设备的配套的，包括12次的这个赛前测试赛，马上下半年就要开始，所以真的，你们都要把这些讯息充分的告知教委会的委员，告诉台湾社会，给了你们钱，就赶快全力去加热、去冲刺。那本席来自台北市，我当然全力来支持。那下一页最后，这个是飞鼠五月来的时候，主席确实说了这句话，我希望他不是大话。他说：“我们就一起来努力吧，我们也对台北市深具信心，能够举办有史以来最好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希望这不是康威啦，希望这不是大话。那最后我要提醒下一页，其实我过去在当议员的时候，从听号开始，花博开始，我一直在说留下 legacy， 秘书长在这，副秘书长在这，不是钱花一花170亿没了，留下什么 legacy 给这座城市。当然我们的软硬体没有太多新建的，比较不会有像过去很多要 transform 场馆再活化的这种困境，但是毕竟你们要严肃的面对场馆的部分跟软体的部分跟世大运的精神的延续，在台北市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在这里我提出我的提醒好吗？好，时间暂停，我赶快下一个 PowerPoint， 很快哈。那个台北市代表也一起啦，跟你们相关，虽然不是世大运哦。今天同时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预算解冻，在隔壁的经济委员会在讲明年2月4号动保法的修正，明年2月4号全部都临安乐死，也就是所有的收容所已经犬之为患，猫之为患。我们要启动教育部门的协助。下一页，教育部能做什么？这是我自己前几天刚领养的一只小猫，小 Happy。我今天对不起假公济私，让他跟大家 say hello， 他是 Happy， 我新认养的小猫，小黑猫。下一页，我们教育部能做什么？教育部门能为临安乐死的政策做什么？其实台北市听好，你们输很多。台南的德南国小的校犬叫拉拉，他们是全校师生共同自治决定认养的流浪动物，而且共同选，他的名字叫拉拉，这落实了校园自治，落实了生命教育。下一页，台北市福安国中，在我过去议员的选区，两只，一只叫乌马，一只叫哈鲁，一只是米克斯，一只是柴犬。学生除了照顾动物，还会学生亲自去做饼干，卖给家长来买动物的饲料，所以这还有让学生来学习技艺，而且他一只放在特教班，帮助特教班的学生来做学习，很多加成效益。来下一页，主席拍谁？就进哎，高雄辅英科大的校犬叫布丁，布丁也是辅英科大学生共同的记忆，他不幸往生了，全校还举办树葬共同的追思，这就是不折不扣成功的生命教育。下一页，辅大我的母校，前阵子都在这里骂母校，但我在今天要欧乐几嘞，辅大有44只校犬。是学生有一个 Doggy Club 的学生社团，照顾辅大44只校犬，而且还替他们盖狗宿舍。下一页，还制作校犬的桌历来贩售，而且还制作犬只的地图，让大家来认识辅大有44只校犬。所以，拜托部长，我刚给您看的案例，国小、国中、大学，公立的、私立的都有。学校能做事情，因为校园友善犬的计划讲了很久，我当然认为不需要强制，可是当台湾的各收容所都猫满为患、犬满为患的时候，又要强制的执行临安乐死的时候，这对于挤在那里的动物更是一种伤害。下一页，所以桃园市动起来了，郑文灿选出一只叫 Cherry 的狗明星，要开始启动全桃园的各级学校的校园友善犬的计划，去认养、去照顾流浪动物。教育部能做什么？部长，你知道我要引你出动，我们能做什么？
是，我跟委员报告哈，从委员刚才所提的，尤其不管各级学校哈，包括一部分的县市，我之前在台中市服务啊，其实也推动过这个，当然跟林市长的讨论呢、推动过有关校园这种认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机制哈，啊，确实也有部分的学校啊也来参与，所以有很多加成效应。你政策上认为我们可不可以来启动？想从生命教育本来就是在校园里面非常值得来推动的概念，而认养或照顾这些我们说流浪动物的这一部分呢、啊，其实是生命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希望你现在经济委员会在谈，我们需要跨部分来协作合作，台北市在这。台北市全学校这么多，只有九只校犬。苏朗天天，看看郑文灿，柯P加把劲。临安乐死政策，这是全台湾要严肃面对的课题。校园是一个可以启动的，2000多个国小，每校一只就好。我们为我们狗满为患的收容所解决很大的问题，而且落实生命教育。我希望教育部可以启动这样子的方案，非强制，但是应该政策来鼓励。我后续会追踪，好吗？台北市，看看桃园，看看台中，看看高雄。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吴委员。好，好，谢谢部长。好，好，我们下一位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好，下一个我们请黄国书赵委。好。好，谢谢主席，有请潘部长、何署长。好，请潘部长跟何署长。秘书长。好，还要请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好，赵委好。谢谢啊，部长，我先跟你提一个事情了。今天是解冻案啦。是是。其实以赵委的立场，当然迫切的需要来帮忙的，我们会来帮忙。感谢。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啊，我们跟几个单位啊要一些资料啊。几天前就要了，不给就是不给，那不给也不讲理由。我特别点名技职师啊，之前还有特教师。好，我讲到这里啊。是是，委员，我们来检讨哈。是啊，我先点名啊，但是我还是想要帮你了啊，部长。这次四大运要解冻啊，全国的盛事，我们都应该来帮忙啊。但是这个主办的城市是台北市啊，那台北市能不能？办得起来四大运啊，目前的状况真的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啊！我给你看一张图片啊，这一张是台北市政府啊要宣传2017四大运的一个图片啊，这个是在101登高啊。请问拿麦克风的这个人是谁？苏秘书长，你知道吗？是跟委员吧，是我们交通局长。交通局长。什么人？钟慧宇。钟慧宇，昨天辞掉了，昨天请辞了呢。好，要办四大运啊，筹备了这么多年，相关的单位啊，多少人离开了这个职务啊？之前体育局局长杨忠和做了几天了、啊？26天了、啊，26天就离开了。副市长周立芳离开了，文化局局长倪崇华也离开了，研考会主委陈明勋，捷运局长周礼良，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戴季全，啊、哦，这个当然啊，整个四大运的筹备是各个单位局处都要来配合啊，这整体的台中市、台北市政府都要来通力合作了。从筹备到现在，你看这么多的局处首长都离开了。那我再问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人，四大运场馆工程的督军叫黄志峰，最近也传出了要跳槽到桃园市了，这个也是事实吧？是不是事实？苏秘书长跟赵委报告，其实我们工程总负责还是我们薛副秘书长，那黄志峰是他负责部分的场馆，所以还好啊，有薛副秘书长在啊，若不在啊，我看就跳票了。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解冻案如果过的话，何署长、秘书长，我想请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办法跟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哈保证，这个解冻案给你们了，通过了，四大运可不可以如期举行？绝对保证。
啊，如果办不起来，柯P说要切腹自杀，那何处长你要做什么？该负责任一定要负责。啊，怎么负责？人都说要切腹自杀，啊，你要做啥？我想这个应该把我调职就要调职。哦，好。啊，苏秘书长呢？我来跟你讲，较歹势啦。啊，柯P说要切腹自杀，啊，你呢？我想我对外一直说明，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啊，如果发生了？不会有这个如果，因为我们真的很神圣的在举办，那各那个从中央到我们立委都很关切，我们都很慎重的办。好，那我这样问了，这个几个解冻案啊，当然这个预算牵涉到一些场馆的工程啊，这些工程可不可以如期完工？可不可以？那个报告委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如果不能如期完工？那薛副秘书长，你要做什么？就是该你要做什么？第一个，这个事情我们不会让它发生，我们绝对不会让它发生，因为是整个国家的门面。所以事实上，刚才那个招委提到，就是说这里面也牵涉到地方政府。我们有总共五个地方政府，有12所公私立大学。那台北市政府，我们有19个一级单位、二级单位共同在努力的事情。那目前都是照我们既定的时程在控制，这是我们那个可以在这地方了解赵伟保证的。我现在担心的是整个台北市政府目前的状况是处于整个小内阁人事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今天出了这个问题，这个局处长走了，我也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留在这个位置留多久。我想请问一下苏秘书长，你很有经验办过高雄市运啊，那你的专长来了，要接这个市大运的执行长，我想请问你，你确定你可以留到市大运结束后？我想是，但是我现在工作上很大的任务，当然我会全力以赴来做。之前在市大运结束前，你不会离开这个位置？主观上可以选择，我一定不会离开。还好，还好有一个人可以稳定军心呢啊。通力合作、哦、如果台北市政府在办市大运，如果有什么意外，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啊、国家的门面呢、啊？体育署，你要做什么？你要不要接起来？跟委员报告，我想，台北市政府绝对不会让这个事发生，而且体育署和这个台北市政府现在是生命共同体。绝对一起完成，确定是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所以这个解冻案要给你哦、喔。是，好，好，谢谢。好，秘书长哈，何署长，请回座哈。我想提啊，那个技职师马司长，我们教育部有典范科技大学的补助预算嘛？我要点名一个学校啊，叫高参大。高参大拿了教育部的1亿3000多万的典范科技的补助款啊，这个补助款要做什么呢？跟法国的蓝带公司合作，开设了一个高参蓝带公司，各占50%、50%的股份。那这个公司就在高参大的校园里头开设了补习班了。他用什么样的空间办补习班呢、啊？给你看这个照片啊、哦，这个是校园里头原来的学生的餐厅，它是一个公共资源啊、哦。我想要了解的啊、哦，我们教育部花这么多钱啊、哦，去补助了高参大啊、哦。好，当时这个计划就是要协助高参大去跟南大合作设立这个补习班吗？请问马市长，好，跟委员说明了、哦，他的典范科大是8000万，那另外您讲的那个是5500，是教学卓越计划，教学卓越，对对，那他整体两笔，对，那他整体的其实两个计划并不是在做这个蓝带的一个补习班，他整体是在改善教学跟产业合作，提升整个这个高参他在参旅的人才，结果学校啊就拿了这个钱两笔合起来1亿多嘛，1亿3的经费。去改造了学校的餐厅，这个餐厅啊，现在完全已经变成蓝带在使用了，学生啊不能进去用了，就变成蓝带在用了。每个月
租金10万块钱给这家公司，啊，我想要问一下，我们教育部用国家的预算去补助高参大，结果高参大把这个钱拿去跟国外的公司合作开设餐饮的补习班，合不合理？好，跟委员说明，那 学校用在这个整修这个餐厅的钱哦，并不是全部是一亿多，它是部分的经费去修整学校内部的这个餐厅，然后跟蓝带，他跟蓝带合资成立的公司来办理这样的一个衍生企业。那学生是可以用的，只是说他在这个补习班的授课期间，当然可能学生要怎么用，它是一个衍生企业。我们典范科技大学对衍生企业啊要做什么，我觉得我们目前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规范。你知道他们开设的这个补习班，他们有课程啊，高参南带的这个课程啊，你知道多少学程的学费啊，厨艺课程105万，甜点课程105万，一个学期一个学程啊，15个月。我想请问高参大哪一个学生可以去参加这么昂贵的学程？跟委员报告，因为它是一家公司形态的补习班，是对外去招收学生。对吧，问题就在这里嘛。它 是招收的 一般外界的一个有。所以你刚刚跟我讲说学生也可以去参与。他收了这么高的学费。哪一个学生会去参与使用这个设备？使用这个设备，当然高参大的学生没有机会去使用了。我现在就跟你讲，你一个学期一个学程105万，哪一个学生可以用？哪一个学生会去报名？这个部分我好，那我再提醒你们，他们7月15号要开始招生了，我就看哪一个高参大的学生可以去报名，会去报名。如果没有报名，他只好对外招收了吧？他这个本来就不是只是锁定给。当然我知道嘛，那你们所谓的典范科技的补助给学校，可是却没有用在学生的身上。学生不止没有受益，而且还是受害者啊！他本来是他们的公共空间，结果你们这样一搞，变成蓝带补习班了。原本是他们的餐厅，结果他们现在不能用了，学生的权益受损。好，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会督促学校，要求学校要把这个资源分享出去。怎么分享？要怎么分享？一个学程105万啊，怎么分享？这个就让技职室这边跟高参沟通。那我再问你，他的对象应该校内的学生也可以吧？您说这个开课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好 ，OK。如果学校有学生真的就去。花了105万去报名，我告诉你，教育部真的要好好检讨了。你造成了校园里头的阶级化的问题啊！有钱的人可以在学校报名参加高级的餐饮课程，蓝带；我没钱的人，我就看着有钱的学生可以去，就造成了学校的阶级问题啊！你怎么办呢？可以这个样子吗？这个是教育部的政策吗？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只看到教育部的典范科技的预算彻彻底底的商品化，完全没有看到公共性。这个要不要检讨？好，我们来检讨，针对这个争议，我们会找学校再来检讨，把争议解决。他7月10号要招生了，请你们检讨。如果有必要啊，我认为你们应该要求高参大立刻停止办理。好，请这个对校园的伤害很大的，不是没有争议哦。已经有很多的学校的师生都对这个提出质疑啊。教育部是怎么样？眼睛蒙起来啊，不愿意处理这个问题吗？看，好的，我们来找学校来检讨，把这个争议给解决。一个月以内，7月15号以前，7月15号以前，请教育部。提出说明啊，必要时啊，要求高参大不可以拿着教育部的补助款去盈利，而且盈利的对象啊，还让学生受害，完全没有让学生受益，这个完全不是教育部的宗旨。部长，这个会是你的宗旨吗？
这个不是你任内办的，这个是吴思华的问题吧？我想跟赵伟报告哈，刚刚赵伟所提到的学校的这个跟这个合作的方式哈，我想我会深入的来了解哈。但刚才委员提到这个确实是学生在不管学校发展什么样的合作案，学生的受教权益以及维持这个公共性啊，这个绝对是我们在投资公共给学校的这些公共资源呐、啊，应该要谨守的一个目标哈。好，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赵伟，谢谢部长。下一位有请张廖万坚委员质询。哎，主席好哈，我想请潘部长。好，请潘部长。好，部长好。我想现在的解冻案都是在去年的上个会期解冻，哎、欸，这个给他冻结的了。是。那我们现在的解冻，那部长对这些解冻案？全盘都照收就对了，全部都要求解冻。是，我想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一下也是在年度里面已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哈。那我想这些对于整个执行教育的推动上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部分是乌龟攀水了哈，先做，好，先做。但是也有我们比较重看到第十案哦，有关那1675万的一个冻结案哈，里面就有谈到这个课纲的问题了哈。国发院的问题，我想请教部长，我们的高级中等教育法的修正上个月17号一个月前通过了，是，那您当时跟媒体讲说也问说、欸、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来制定这个课审会的组织章程的草案，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是我跟委员报告，那从整个6月1号正式总统公布这个高级中等修法后，时间有限，哎，是目前我们已经着手在有关课审会的组成、运作跟办法草案已经出来。我刚才提到说乌龟攀水，另外一个是要临去那个部长要下台前、啊、特别讲说这个课审会他非常不认同、啊，他说这个是把教育部的权限架空，然后提升到行政院，你的看法如何？我跟委员报，我是个人是正向的看待，这个整个课审法是。正向看待的一個方向，然后这个课审会的组成，因为里面有包括专家学者教师，以前大概就是教育部指定的专家学者，大家开会就通过了，现在里面的成员大概有3/4就来自于各界，是包括专家学者教师校长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啊、那我想最近、哦、我听说今天上午教育部就办了一个课审会的一个运作办法的公听会、啊、是草案的公听，是是草案公听会11点是谁主持的？是由因为今天我们几位市长有让我请林长赐来主持。主持好。那你刚才提到是希望这个草案2个月内完成。因为这个程序啊非常重要哈，对，所以草案出来后马上就公听。那之后我们也希望因为社会领域的课纲，我们在废除微调课纲之后，我们已经又从107延到109才实施嘛，对不对？预计2年，预计2年、希望能加速，是希望加速。好，所以我们的课审会的组织章程，因为我本席非常关心，我们是2个月内希望草案能够出来。我现在目标是希望完成程序，草案已经出来了。6月、7月就是7月底，草案已经出来了，7月底完成审查，是不是？我们希望说，因为这个它法定的程序公告之后，是那另外一个部分。委员的组成啊，因为部里头也正式的行公文给行政院转我们大院。我想你是国教出身的啦，是你对这方面，而且你过去也在国发院嘛，哈、哦，是、欸、那个应该是蛮熟的哈。但6月18号也是后天下午还有一个课程审议会的一个学生代表的产生方式的一个咨询会议，是那个咨询会议是。在决定学生代表，因为主要是来听取我们学生，因为当时各界也认为学生代表会有很多学生要怎么产生，那一天的学生代表，那一天的学生代表怎么邀请的？我们是公开在这个公开在平台上网站上哈、哦，来对，当然也请有几个相关的团体请他们推荐，那另外一个是也可以，那现在报名了多少人？人数我要再了解一下，因为他一直在国教82位，82位啊，那这个是谁主持的？陈良基、陈政次哦，这都不是部长主持的，你在 这方面应该是专家。不，我想是听取意见，最后我想在决策上。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部长，我相信你是国教出身，非常重视课审会，而且这个也是新政府上来回应民意哦，来这个课纲微调把它撤销了，然后呢，重新来由下而上来
这个做这个课纲的一个订定啊，我想这是一个程序上一个非常一个新的一个模式了。那你把今天的公听会交给国教背景出身的林次长，然后又把后天这个学生代表的这个咨询会议又交给陈次长嘛，哈，听说是陈次长主持的，是他是比较高教的背景了啊。那这样子会不会，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教育部既然很重视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主责单位到底是谁？我想对于整个课程会，当然教育部本来就是主管机关哈。那目前的整个业务司属是由国教署在做这个幕僚的单位。对，所以这个案子部长会不会，你是因为现在那个产生方式是由行政院来提名了课程会的委员，那你们在做这个课程会的一个章程的拟定，还有这个人员的这个各界的一个公听会的咨询，那您个人会不会去面对？我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在整个政策的草拟啊或咨询这个内部啊，其实都有做过沟通，我自己也都亲自有了解整个咨询，因为只是会议的各方面的程序哈。我想我想部长，这个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案件，也是我们赵伟哈主他提修正案通过哈。我想今天公听会其实时间上了哈，因为教育部也都今天也在备询了，我想整个程序应该更周延了。本席在这边提醒你哈，提醒。我从补充，今天只是因为这个草案哈，希望让外界了解。那未来这公听会啊，至少还会北中南各场会来进行这样的公听，应该要透明公开，所以不是对对对，所以要更透明公开。我们这个程序上就希望能够多元参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另外我再来提哈。那我想有关高教的补助了哈，过去五年500亿。哦，这个顶尖计划哈，那今年底快要结束了，那整个刚才有提到，这个是大概乌龟攀不水了吧？啊，你对这个高教补助过去五年500亿，你的看法如何？我跟委员报告哈，当然这也是我们大院教文会也有做过这样的决议哈，对于高教发展蓝图本来原来在520之前有提出的这个。先请讲、我们先暂缓下来，我跟部长先讨论一下。我想去年教育委员会的冻结绝对有道理，停下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迈向顶尖大学计划今年底结束，看起来结果部长你知道吗？你满意吗？世界大学的排名成绩今年听说是历史最低啦，历年来最低的，普遍的学校是退步的，两个学校进步啦，名次有限，一个打平，九个退步，平均起来退步了超5名，五六名。当然这个只是我们怀疑说，为什么我们的过去五年500亿这么多的一个补助，到104年底已经用了435亿了，为什么会反而退步啊？这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想法哈。部长，你满意吗？如果当然，排名确实不是唯一的指标了哈。对，那对于整个顶大实施10年来哈，我想包括我们立院都很关注，那所以对后续啊，我们会在这上面去做一个。整个详细的深入的讨论，我们看到103年度教育部的计划的一个平和情形，我们简单来看，我们有关这个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的评比是乙等，行政院给的是乙等，所以我想部长，过去如果是真的补助的经费没有花在刀口上，或者补助的方式考的方式有问题，我就应该做检讨。是，那我也知道，当然我们过去也做过专案报告，那吴部长也提过说，他从去年开始就做检讨，不过显然这个检讨本席还有一些意见哈。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就是说，在下一页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哈，世界的排名里面有一项很重要，叫做师生的比例。这个本席在上一次的专案报告里面也有提到啊。那不管是世界排名、大学的排名跟亚洲大学的排名师生的比例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就不了解说，我们的考核里面，我看到你们那11项的项目里面，有各种指标，评比的考核的指标，就是没有师生比例，为什么？是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可能在原来我们对于原来的国立大学啦，有实施这个员额的管制，这个可能也是。造成在这方面有一些限制。好，我告诉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告诉你最后高教这个高教产业联盟他们统计的数字里面，其实是很清楚的告诉
告诉我们哈，就是从我们这样补助，从高教的发展来，我们来看生师比。光看这个生师比，这教育部的哦，这还教育部的哦，我之前提过质询了哈，90学年度到104学年度，15年内啊，大学院校的生师比从19.9变成22.9，还退后，还一个老师还平均多教了3个学生，哦，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是一个退步哎。那我们的补助，我们的顶尖大学，以台大来讲也是一样哎，到20点多而已，好，哦，都还是退步。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用顶尖排世界排名，用亚洲排名来作为考核的依据，可是人家考核的依据里面，生师比是占了20%以上的比例，我们居然11项的指标里面完全没有，这是教育部不愿意面对的真相，还是什么因素？是跟委员报告哈，确实这一项目啊，从数字的显示啊，我们确实应该要做一个检讨。但这个如果就生师比失效的部分呢，啊，是比较辛苦了哈，因为可能也受限到整个相关的费用。部长，你是国教出身的，是你也知道，我们的国教从小学、国中到高中，不断的我们投入很多经费，不断的降低，只有我们的高教这几年、这10年投入更多，他反而从大家在排名、世界排名、亚洲排名，都会把这个当作5大指标之一，只有我们台湾在考核的时候忽略了。这种忽略，你是考虑到失效的压力，考虑到其他的压力，而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真相。可是它可能就是造成为什么现在高教的补助很多，但它的绩效并不突出，连行政院做的也是乙等啊。你们高教补助里面，顶大计划的补助是乙等，不是非常不是理想的。我跟委员报告，我们进一步来做这个指标的检讨，因为现在也真的是在对于这个几个大的大学发展计划是在一个过程做一个好。今天2项跟你提出来，那也希望第一个加紧，不管是过去的乌龟攀不水，乌龟攀水了，我想你都要好好的检讨。是，将来如果还有这种顶大或者卓越计划或者任何高教的补助，这么多钱，我想我们是应该要去补助这个高教的发展，但是补助的方式、评比的方式，我想要做一个重新的修正。好，以上是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请众嘉宾委员质询。主席、各位与会的先进委员、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工作伙伴，大家辛苦了，早安。那么有请部长。好，请潘部长。部长如果觉得热的话，外套也可以脱掉。好，谢谢委员。好，委员长来。部长早。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新闻呢，昨天总统呢核定了一个总统府的新南向办公室的设置要点。那么跟你好像长得蛮像的黄志芳主任啊，就来正式的负责新南向办公室。那么新南向办公室的黄志芳主任近期将向蔡总统报告了办公室的筹划，以及呢南向政策的相关策略，也要适时的提供总统咨询跟这些的建议哈。那我想部长应该对于黄主任不陌生嘛，是应该也有点私交了哈。而且我们最近也有会谈过，有会谈过有关新南向政策的，是的，作为上星期呢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那时候有跨部会在推动新南向政策，有这几个部会被邀请到，我们看到了有国发会、外交部、经济部、侨委会、科技部、陆委会，但是没有邀请到教育部。那我仔细看了它的内容当中呢，新南向政策的工作当中我赫然发现有几个东西跟教育部有关的。外交部的部分有人才的双向往来，经济部有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和延揽东线人才，那侨委会更多了，它甚至还包括了倍增侨生，培育新南向政策所需要人才。我所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人才的摇篮是来自于教育部，可是教育部呢似乎呢好像被晾在一边部长你知不知道其他的各部会有设立包括各种的奖学金吗？知不知道有这些奖学金？是教育部也有这方面的。对，我说您的奖学金你知道，其他部会的奖学金教育部有没有掌握呢？我知道部分，因为那天跟黄主任在深入讨论，他也会去做这个盘整。 对，部长很用心，但是只靠你来深入研究是不够的，部里面有没有专门责在负责奖学金的部分？是，目前主要是我们国际司这边，国际司啦，内部司长已经主动站在您身边了。对对对，来，同时也让司长看一下，我去看了一下侨委会的
它这里面有好多了，价值型侨生方案、学性优良侨生奖学金、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哇啪啪啪一堆。那同时呢，我看到了呢，它的华裔的人才培育中心在102学年度，我们单单是侨生哦，大专院校的就有2600多人毕业，目前在各级学校的侨生有20000多人。部长，不少的学生在您的麾下，好，那但是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毕竟侨委会不是办教育，我看了一下他的侨生价值型侨生方案，名称很长，我就不再念了。他基本上在高中的部分呢，有侨教的建教的侨生班，有产学西所合作的侨生班，大专院校也是产学合作。我发现呐、啊，侨委会在办侨生的教育的时候呢，很重视就业。很重视跟产业结合，这一点部长是不是也很认同？我们教育部在未来思考南向的时候，我们的对于外籍生或本籍生的训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教育部目前的台湾奖学金有多少呢？我帮你做个统计哈，其中呢，当然美国是美洲地区是 不少，欧洲也很多，但是这几年来呢，在东南亚，包括我们看到的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这几个国家，在105年度呢，82个哈，这是我们教育部的台湾奖学金提供给新生的，我觉得似乎好像还可以加强。部长觉得是不是可以多放点资源上去？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现在正在筹编106年的预算、嗯。那之前我跟黄志芳黄主任对，大概深谈了2个多小时哈，事实上也在把相关有关未来整个在教育跟东协的新南向的这些国家的一些互动，包含所设置的奖学金或双向的。学生的这些交流，包含学位的这个选修啊，其实都是我们在整个规划的范畴。那么因此对奖学金的这一部分呢、啊，在106年我们会来再增加。好，但是我从侨委会的部分，因为我要批评那部分，我就不再秀给教育部判了哈，免得让他不好意思。其实侨委会啊，他有个做法，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他找来的建教合作班在高职的部分，他找来的五所学校啊，基本上都是餐饮科。我们上次在我们的教育部的委员会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高教当中，我们的技职教育当中呢，产业分布失调啊，制造工程的类比太少，餐饮修旅的太多，我们本身的技职教育在高职端在技专端就已经是失衡了。他还把侨生找来念这个科系，我感觉到他不是帮侨生找未来的工作技能，他是帮现在的学校找学生啊，让这些技职学校不要倒啊。未来我希望教育部你们在找来的这些奖学金的分布上，要注意到在技职教育的部分不要失衡，不要跑到的餐饮这些低技术含量的，应该要去思考什么叫高技术含量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我们国民所得还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修机车的会比修脚踏车的吃香，因为机车的能骑得起机车的付得起比较多的钱。等到我们收入提高之后呢，这个修机车的收入比不上修汽车的，因为汽车的车主花的钱比较多。但到现在呢，如果我们的孩子学技职教育还在学修汽车，我们都不觉得修汽车在社会上可以维持一个相当丰硕的收入。你知道修什么吗？要修飞机，因为搭飞机的、买卖飞机的愿意花大笔钱。所以说，像我们的辅伟科大是国内少数仅有的飞机修复的专门学校，像他这样的产业能量，就应该多多的鼓励、多多的支持，甚至为了我们设置奖学金的时候。别的国家他来看你台湾，他也是这样想，他要送人来你这边学修机车、学修汽车，还是学修飞机，对他未来回到他本国的就业有不太一样的方向思考。我是觉得这第一个要请教育部思考的，就是未来我们的奖学金的设置，一定要跟该地区、该国家的产业需求，跟台湾本身和南向政策的产业需求要密切相关。不要再去从现有的技术学校的现况分布去帮他们啊，找学生，不是帮学校找学生，是帮学生找对的学校。教育部这边可不可以用力的去思考一下？是我跟委员报告哈，那么确实对当然我们的整个教育的这个输入啊，当然不只是新南向，只是在目前对于东协的这些国家的即使是在东协，他们各自的。期待跟需求啊也不一样哈，所以确实我们会尽量除了在我们自己啊，对于我们整个技职体系啊，应该维持一个不要过度倾斜向服务或
餐饮哈，这个在我们自己内部也有这样的管控。那我想对于未来要跟其他国家的这些合作，确实也应该要符应学生跟当地的这种需求来规划我们双方的这种交流跟互动才会长久。好，第二个南向政策的产业或教育政策的结合，除了这个方向重要之外，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在发展南向政策，我们国内有没有一批很好的一批助力？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国内就有一批来自东南亚的什么？我们过去叫东南亚的新娘，像我们的新住民的子女的，对，新到了一个年龄，新台湾之子的母亲们，很多是来自于东南亚，我们都称之为东南亚姐妹。在我们南台湾有很多高达甚至15%的学生，国中的学生15%是来自于母亲是东南亚的这个妈妈，我们称她为新台湾之子。你要知道哈，现在这些新台湾之子的母亲们已经成为台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力量。是，过去我们都认为忽视她，有的时候之前甚至是歧视她，现在是要想要帮助她。我觉得未来我们要把她当作是我们南向政策的助力。在座有很多女性，我从我太太，从我太太的娘家学到一件事情：母亲会对谁好？母亲啊，谁对她的孩子好，母亲就对谁好。东南亚的女性会对谁好？谁对她的娘家好，她就对谁好。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新台湾之子，面对这些东南亚的姐妹的时候，教育部要思考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设置的奖学金内容，锁定新台湾之子？假如未来我们要南向政策，需要跟越南、跟东南亚有渊源的这些背景的学生，我可能希望说他能够保留他的母国、母亲的国家的语言，我甚至提供公费的名额，让他在台湾接受完整的教育培育之后，他可以回到他母亲的国家。你要知道啊，咱阿中讲吼，妈妈是来自菲律宾的啊，妈妈后头厝吼，知影讲，你这个囡仔该出团吼，伫台湾读个博士啊吼，你等于恁的国家。人都把你大拇指大拇指讹了呢。当年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子啊。当年我们台湾到其他国家去移民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取得了成就，我们后面的人我们都很光荣啊，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台湾之光很多都在别的国家发光发热的嘛。所以我是希望说，教育部也慎重的思考，甚至不只是要帮我们的新台湾之子设置特别的奖学金，也要帮他的表亲，甚至像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提供很多中学的交换学生的奖助学金，让东南亚地区那些偏乡没有学校中学可以念的，但是优秀的孩子到他们国家来，从中学开始培养，大学好的给他奖学金，毕业后甚至给他工作机会，限制他要求服满一定前天之后，让他回到母国。我们要想一下，这些人回到母国之后，他是该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透过教育的培养，他正在逆增上游向上流动。而他会记得他是在台湾得到这样的技术跟教育的。部长，您的责任非常重大，请善用我们的东南亚姐妹，请栽培我们的新台湾之子，让他成我们的南向。最后我要拜托您一件事情，我有个临时提案，就是要请你成立一个南向办公室，可以吗？在教育部内部统合这些资源。是，我们会成立专案小组，因为已经有一个办公室，我们会参加到这样的专案办公室。好，我希望你们格局更大一点，好不好？是是。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众嘉宾委员。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主席，有请市政府秘书长。好，请秘书长。委员好，秘书长好。是，你知道104年的预算为什么到现在没解冻？你知道105年的预算为什么会被冻结？是我请教过这个同仁，是因为我们在去年在需要我们市政府类型说明的时候，我们市政府没有指派适当的层级出席。对，就是104年的预算被冻结的时候。要排专案报告有关市大运的时候，请市政府来，市政府不来，所以我们104年的预算无法解冻，所以包括105年的预算被冻结。所以今天秘书长来了，而且是一个到我们委员会里面成绩最高的市政府官员啊，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个人来讲，对这个预算我是支持解冻，好吧？那因为市大运，我们必须要把它办好。柯市长说，
如果办不出来，他要切腹自杀。你认为，因为你是执行长，你会不会让柯市长切腹自杀？啊，不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一定会办得出来。是，我们会很慎密的把这个工作做好。好，办得出来，可是要办得好啊，要办得顺利啊。是，并不是说把办出来就好了，到了时候不能流畅度发生问题，进场发生问题。是。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办出来也是贻笑大方啊。是的。那我想请教一下，在这一次的解冻案里面，有一个计时计分，对，以及有关赛事系统的，是，以及网络的基础建设的，是，这笔预算，看你昨天的报告来讲的话，是6月13号，是，才发包完成，是的，是不是？是。那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就要开始选手登记，贵宾要开始登记？我们第一个会先上场是志工的管理系统，一定在8月可以完成志工的管理系统，所以时间非常的紧凑。另外就是我们有关这个选手报名是从8月开始启动做意向调查，所以相关的这个资讯的一个管理系统也会配合来做施设。对，那你前两天才决标，是到8月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可以完成吗？目前可以一切顺利吗？是资讯的部分，确实在时间上我们是非常紧凑的。这个涉及到选手报名的各项赛事的，对，以及各位贵宾要进来1-2000人的�贵宾也要16000多个人的选手要登记入，然后还要分场次，你这个人登记的是哪一个场次，你在哪一个场馆表演比赛，将来进出的时候都要凭这个磁卡进去，在这些系统里面都不能出错的。是，如果出了错以后，选手进不了，不能参加比赛，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是。那照一般来讲的话，应该是在赛事1年半以前就要完成测试，而是包括测试都要完成。是。可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发包完成，你可以建设完成，然后还要完成测试，符合国际总会的标准。是。是，我有没有办法？有办法跟立委报告，就是说其实这个当然时间很紧凑，我们根据以往国家办理的经验，这个资讯系统准备有的国家是从8个月到18个月都有，那我们台湾现在时间是借这件事，我们大概有14个月，那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凑的，所以当初在那个提案的时候，我们已经要求这个厂商在很多实施的计划里面的提成都要写得非常清楚，在评审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指标做评审，所以那后续我们 还是会保持高度的警觉，把这件工作做好。所以这个部分是秘书长，你也是执行长，是，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是的，否则的话，办得好，办得出来，办不好，就在这个地方。是。第二个，我们这个四大运是国际的盛事，是，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民众能够多去有这个有心要去观赏，是，愿意去观赏，是，然后要观赏的话，可以看得到，是，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是。那现在你的转播。是由华视来转播，是，对不对？对。华视有没有做过大型赛事的转播？尤其是体育的大型赛事的转播，有没有过？现在是华视，不是华视一个单位来得标，它是组合一个团队来这个承办这个业务。那同时在这提案里面已经非常明确，所有的转播要整合我们国内的所有的转播的能量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不会是华视一个单位来处理这个事情。那华视它转播的只是电视这一块吗？华视他的转播，他其实他当时投案就是，结合那有关新媒体的部分呢？对，新媒体的部分也是会做处理。啊、是谁在处理？也是华视在负责吗？现在是整个华视得到整个招标的案子，那各种新媒体的应用里面，我们团队会在更细节的跟他做一些讨论。因为现在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是的。网络越来越多。是。网络平台是。在国内的网络平台，能不能转播？是。OTT 可不可以转播？这个都是要考量的问题。谢谢委员。因为透过网络才能够让更多人看到，透过网络才能够吸引到年轻族群的观看，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国外的来讲，不需要你烦恼，因为国际总会他自己那块他自己要去处理去。是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国内来讲这一块部分，啊，我也希望是市政府能够加强，赶快把它处理好。好的，谢谢委员提醒，谢谢。这次一定要把它办好，是，好吧？预算我们支持你，可是你一定要办好，好，好吧？谢谢，谢谢。主席，我就请部长，好吧？好，请潘部长。
委员好。部长，我想技职教育的问题一向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过去来讲，技职教育没有技职专法，都是用大学法。那我们在立法院推动技职专法也通过了。过去评鉴都是 SCI、SSCI， 对不对？我们也通过了，把 SCI、SCI 的评鉴跟学校的补助脱钩，对不对？可是现在的技职教育是不是真正是做到技职的教育、技术及职业的教育？这是值得我们教育部应该要重新检讨的问题了。我想这次我们技职院校的评鉴就有好几个学校、好几个科系是没有过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科系没有过关的科系要怎么处理呢？是不可以给他招生吗？还是怎样？是我跟委员报告哈，目前整个有关技职的体系发展，就如委员所提到，我们是真的希望在后面的几个政策的引导上啊，让技职更回到整个技职的政策目标。部长，你可以回答一下。是。譬如今年评鉴的这几个系所，可不可以继续招生？不合格的。目前跟委员报告哈，因为现在几个。之前在我们大学法的修法里面呢、啊，确实有提到希望评鉴能够回到学校定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至于说把有关招生啊等等的，希望在这样的部分呢、啊、能够做脱钩、啊。对，我想这个政策、啊。可是你们的总量管制的办法，你们还是把它合在一起啊？不，所以我评鉴优良的可以打破上限呢、啊，对不对？你们总量管制的就是说你。现在的招生不能超过上学期的总数，但是评鉴的 OK 的话，评鉴优良的话可以超过啊，所以你们还是把总量管制还是把它摆在一起了。你既然把它摆在一起，那评鉴差的为什么不能减学生呢？是我跟委员报告，对不对？这个，所以部长，是现在就是因为总量管制，所以很多的学校这个系所招不到学生，评鉴不合格，我明年我就换一个系所的名称，我就继续招生，反正我是在总量管制里面。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技职教育会有帮助吗？刚刚讲过，现在往哪里倾斜？往服务业倾斜。基础工业的这些招学生，是，对不对？比八年前少了四成。所以台湾的产业缺人呢、啊，然后学生又找不到工作啊，供需不能平衡嘛。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教育部应该想出办法出来呀、啊。你知道现在很多技专院校每年最关心的是什么吗？招生。人力银行的招生的排行榜。他们为什么去看人力银行的招生排行榜呢？就是看人力银行招生排行榜，哪一个排行榜第一名、第二名，我这个系所招不到学生的，我马上就换成那个，马上就跟着人力银行的排行榜去换。教育部难道不知道吗？教育部难道不管吗？是，我跟委员报告，刚才委员提到，因为也是委员长期在关注，我们现在目前技职体系的系所跟招生确实是往餐饮跟服务这一方面、啊、倾斜，那对于我们一些基础工业类科的这部分、啊、所以教育部对这部分、啊、是采取比较明确的，当然做一个规范跟管制啦，就是说基本上是不会再让这些、啊、已经过剩的这些类科系所、啊、在不断的扩增这个招生、哦、那所以呢对于工业类科等等的这些基础啊，事实上是能够尽量往这个方向来做引导，这些也跟相关的补助啊会是做一个连接。我想国家应该有国家的政策，是国家应该有国家人才培育的政策，我未来的产业的需求是什么，我应该多培植一些，是哪些产业的人才我不可以减少，必须要有，是对不对？如果是未来五大产业，那这五大业才的人才从哪里出来，就要从你这边出来啊。如果你这个只是随着市场的需求而去调整的话，跟国家的未来的产业政策的方向脱钩的话，那你将来国家未来产业你怎么去进行去，是人才在哪里？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些系所你不能让它随便乱跟名字，对不对？文创刚开始文创法通过的时候，好多系所通通变成文创的系所，有那么多的师资吗？有那么多的市场需求吗？
培养出来的统统失业嘛，对不对？现在少子化了，并不是要求大家还是要收那么多学生，你要求大家学生收不到那么多学生，你不管是南校也好，西校也好，东校也好，还是不会有那么多学生，主要是你学校办得好，学生才会来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学校可以朝向精致化，小型的精致化的学校去走嘛。所以这个教育部来讲，针对未来的高教，未来的技职的方向，应该有一个政策出来。真的，现在一个光一个总量管制，所以造成我们现在目前这种状况，然后毕业学生找不到工作，学校产业找不到人，学校的目的不在教育，是学校的目的不在人才培育，学校的目的是在如何维护学校的财政的平衡，投入的收支，甚至让学校能够多赚点钱。所以现在很多的技职体系的学校，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什么婚姻管理也可以开所，对不对？房屋中介也可以开系所，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跟着人力银行的排名走嘛，所以教育部你一定要有个政策嘛。所以我希望部长是好好的检讨，真的要好好的检讨我们教育的人才培育的政策是什么。谢谢委员指教，我跟委员报告，因为现在正在检讨这个整个高教发展蓝图，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我想刚才委员所提的这些建议啊，我想我们会在这上面来处理。目前高教的蓝图只是顶大教学所谓的这个我想这次我们会学校更全面的来讨论。后段的学校、中段的学校，将来它的发展是什么，应该一起摆在里面考量，而不能只考虑到前段的学校嘛。我们就是从这个方向来做一个检视。所以好，这个部长给我一个书面答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谢谢江委员。接下来请何新存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大家好。请潘部长。好，请潘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们对你期待很深很高了，所以爱之深责之切了。 我想请教一下部长的态度跟立场，还有呢，我们对教育部里面要做的一个大改革的方向。我们从钟嘉宾委员上一次发飙说跟你们要个资料三个月要不到，到了期限到了隔天，我们委员才收到一个四页的报告，事业的报告要三个月来做，而且呢还差一点来不及。我不知道教育部的一个效率跟态度是什么。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很多像预算要解冻，我们看到教育部的解冻报告给我们的回答是什么？糊弄一场。我没有看到教育部到底要告诉我们解冻的这个预算未来要做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看到的是把过去的所有的业务报告再剪接出来拼拼凑凑而已，我没有看到一个新政府该有的这些预算解冻之后，在我们新部长带领之下，我们针对这些预算我们有什么样革新的态度立场跟方向。部长，我希望你真的好好的回去检讨，可以吗？好，谢谢。可以吗？我看的那一份报告啊，我真的是很失望啊，我真的很失望。这第一点提点你。第二点，刚刚有委员提到高参大的问题，我刚刚听到委员在问的时候，我赶快去搜寻了一下新闻啊，高参大跟国际蓝带学院的合作，学校里面老师学生出来抗议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虽然那时候你还没有当部长，几月？三月。三月，老师学生就在抗议校园里面的阶级现象了。我们今天是几号？六月中旬。而在六月初，六月三号，学校跟相关的团体还开过记者会，再控诉一次，再讲明一点。直接告诉你，高参大成立这个所谓的延伸企业这个公司，跟国际的蓝带学院的合作案是有问题的。我们也没看到教育部有所处理。部长，你知道这一件事吗？
跟委员报告，我是接任后最近才比较深入，因为有看到这些一些陈情的比较细节的内容，所以我想这部分呢、啊，我也会部长，我觉得更可怕、更可疑的是什么？刚刚委员问技职司的司长，司长才刚刚在教委会上跟我们讲，我们马上会后会找学校来谈看看。这样子的说明，这样子的答案，你能接受吗，部长？如果我们用公共的资源挹注学校，我刚刚还去找一下高参大，我一直印象以为高参大是私立学校，哎，结果是国立的，哎，国立的高参大，国立的学校用国家的资源挹注了1亿多，结果呢，造成了校园的阶级现象。我们教育部能够坐视不管吗？我们技职司只能告诉我们说，我们赶快找学校来谈看看，是这样子的答案，你接受吗，部长？是，跟委员报告，我想不管是国立的学校或有取得我们公共的这个资源，维护学生的受教权益跟这个整个公共性、啊、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去坚持的目标。那今天造成1亿多，造成这样的现象，你觉得这符合我们教育部的政策价值跟目标吗？是，因为当然这1亿多当中可能是一部分它应用在这个场地的整修了。部长，不要让下面的蒙蔽了你啦。委员，这个我会再深入的检讨，是。深入的去把学校的财务状况调出来看嘛。我们教育部补助给他的钱，资金流向流到哪里去嘛？我们国家国税局啊，在查税的时候啊，哇高调资金流向嘞。金流一调出来一清二楚，难道我们教育部不会如法炮制吗？难道教育部不会吗？你去查清楚。如果我们在漠视不管，我们在消极，我觉得真的对不起台湾人民，对不起所有的学生。是，如果我们教育部的政策目标跟价值是这个样子，投注了1亿多，结果造成校园里面的阶级现象。好嘢的人会使入去遐读，入去遐实习，入去遐做菜、做面包、做胖。一般的大学生，一般管道进入的平民老百姓的学生，只能在旁边、在外面看，看了那一栋地中海风的这么漂亮的建筑物，连一步都踏不进去，连真的用政府的资源挹注下去所更新的。提升的设备，他动都不能动，他用都用不到，他学都学不到，那就失去了我们的教育的价值。哎，部长，我再给你30秒，你清楚的告诉我，我们教育部这一项的政策的价值目标，真的是要造成校园的阶级化吗？是，跟委员报告哈，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资源，我说一定是要先维护到我们。学生的受教权益，如果比如像以这样的合作案，如果国立高参大有滥用这笔预算，要怎么处理？我想这部分我们就会深入去了解哈。了解之后嘛，你告诉我嘛，如果他有滥用嘛，他不符合我们这一个补助的一个预算的一个目标嘛，不符合我们补助的预算的一个他当初来提出的计划的执行嘛。如果不符合的话怎么办？委员，这个我们了解之后再来把你告诉我部长，如果不符合，你要怎么处理嘛？当然对于这样的预算它一定要符合我们原来使用的项目。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你的立场跟态度嘛。你既然说如果它滥用就不符合我们这一项政策的价值跟目标，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叫你去查，我也教你怎么去查，那查了之后如果学校滥用你要怎么办？教育部要怎么办？我想对于这部分我们本来就有补助学校的相关规范的一些后续的处理。部长，你还是在绕圈子在回避问题啊。有魄力一点啦、啊，真的该处理、该处置、该处分，通通该做的通通要做。是，大胆的说，因为是要对台湾人民跟所有的学生来交代的。我刚刚提的就是说，因为真的深入了解之后，我们就会做这个处置。對，我期待了哈。是，接下来，部长你是国教出身的哦，这两天很多爸爸妈妈在担心，我的孩子在学校吃的东西到底安不安全？这件事情从校园的食安。101、102爆发到现在，虽然我们建立了一个校园食材的登录平台，部长你应该知道这个平台系统吧？嗯、
但是这个平台系统真的是非常的粗糙，也不够让家长安心，你知道吗？我今天在 PowerPoint 看到，可能大家觉得字很小，不过呢，我会后把资料给部长。好，是。我们校园食材的登录平台上面呢，我们目前所有能够稽查到食材安不安全、有没有经过认证，只有两个系统，一个叫肉品的 CAS 系统，一个叫所谓的加工食品，它这个食品工厂有 HACCP 的认证，只有这两项。其他包括最近这两天卫福部食药署所检验出来的，包括青菜、水果，所有其他的食材，很抱歉，在我们平台上面完全显示不出来有任何的认证或履历的一个追踪系统。部长，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是，跟委员报告，早上我在内部讨论，也在检讨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我所了解侧面的这样的讯息啦，就是说卫福部或我们地方卫生局在做检讨，就是说去检查的这个项目的标准啊，跟我们目前学校所得到的这个标准啊，其实是有落差。我想你知道落差在哪里吗？就是有一些项目它不在学校。我告诉你啦，是检验方式的不一样啊。是，卫福部食药署跟地方的卫生局用的是单一检测的方式啊。是，单一检测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所标示出来的蔬菜水果拿一个出来检测啦。所以他检测的方式跟我们农委会还有包括教育部通令各级学校要求，不管是团膳公司或是食材供应公司厂商，他们所提供的检验的 paper 的检验方式不一样，他们叫做总量。总量跟单一他的检测出来的标准值就有落差。是，而这个标准值呢，又跟卫福部跟农委会定的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矛盾或者是差异或者这种落差，造成家长的恐慌，造成第一线上的学校的家长跟负责这个营养午餐的老师很大的压力啊。而这个是嘛，需要教育部来介入，是需要教育部来介入，来要求农委会，来拜托卫福部，是不是大家跨部会坐下来讲清楚，到底我们是什么统一的检验方式，可以确保食材的一个安全，让家长安心。是，不要媒体一报，一下子卫福部来告诉我他超标，一下子学校跟我说我明明就有相关的文件证明他是检验合格的，那要听谁的啊？是，谢谢委员。早上我内部的检讨就跟委员刚才指教这个方向是一致。我想这个标准跨部会一定要把它一致化，那在做执行的时候啊，不管学校自行的检查或来自卫生单位了，才会一致。我想这部分呢、啊，教育部会尽快的来跟我们相关部会。多快？我希望你多快，要教育部的态度跟效率啊，跟立场啊。好，那个委员，我们在一个月内已经把这个跨部会的部分啊，尽快的对起来，好不好？一个月之内是把跨部会的这个检验标准化的问题，标准能够一致化，对，一致化。还有检讨之后，我们在校园的食材登录平台里面该做怎么样的更正或修正，或者未来能够记录上去，让家长安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我们一并的做检讨。好，是，谢谢何委员。好，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李立芬委员质询。麻烦请部长。好，请潘部长。李委员好，部长好。首先要针对我们这次提出解冻报告当中，第一个是关于那个性别平等委员的组成问题，来跟部长做讨论哈。因为在这个部分，当初会被冻结，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委员是由各方民间团体啊，还是一些业务单位推荐来之后，由我们部长来做圈选。那有民间团体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的公开，那么的透明。所以我这次有看到说，我们在这次的解冻报告里面有提到说，我们现在的做法会说，这些推荐的名单来到部里会之后，我们会再请专家学者，然后再来审查，审查完之后再把这个名单再给部长来做圈选，是不是改成这样子？是，我想这样会更周延。好，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又落入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些审查的
专家学者是你们怎么挑选出来的？还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所以部长，其实我在这边要提的是说，我们其实应该回归到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来担任这个性平会的一个委员哈，这个部分我觉得才是最根本的啦。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施行细则的第八条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性平委员必须要有具有性别平等意识。那所谓的性别平等意识是指个人认同性别平等之价值，了解性别不平等之现象及其成因，并具有协助改善现况之意愿。看起来有一点抽象，可是它其实是真正讲的一个性平的内涵。所以我不知道说部长，你们在实务上面这个的条件，你们怎么这样子去做审查的？针对这一点，什么叫做具有性别平等意识？是我跟委员报告，当然对于整个检视的指标了哈，也有具体的罗列出有九点哈，这个详细的我再就是说这个因为有点概念哈，对，事实上最重要的是要性别平等意识。那什么叫做性别平等意识？是我想这个词也许可以再检视，但是后面的这九项的指标就很明确哈，包含他曾经有的担任过的这个相关的角色的经验哈啊，也有一定年度的年资的哦。我想这部分呢、啊，主要是说让这个来源会起码是具备一定这样的经验者。好，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我会希望我们部里面可能要跟主要的这些推动性别平等的团体更去了解我们主要的团体在讲的性别平等的意识指的是什么，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哈。那这样子在我们在整个圈选那个委员的时候才能够挑到一个我们会觉得说比较适当的哈。那刚刚部长也提到说有几项嘛哈，那其中有一个是近五年内曾参加本部大专院校办理之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或研习至少20个小时，五年内只要20个小时。可是他如果来当性平委员，他要做政策规划、课程教学、社会推展跟性别事件防治等等的，是广泛又且而且是专业的。那部长，你觉得说5年20个小时，那我一年只要去上4个小时，我就可以来当性平委员？你觉得这样子资格可以吗？符合吗？可以胜任起这样的一个工作吗？是，谢谢委员。我想这只是参考指标之一啦，吼，因为确实如果我们就说如果以比较有限的这一些时间呢、啊，可能在专业上确实不够。不过这个应该来说有一些的这些对象哈，他可能也具有代表身份，但是他不一定是那么完整哈，所以也许在这个指标上才会赋予说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专业成长的过程。不过这一些我想都是一个推荐指标之一，但重点还是回到我刚才所谈到的，我想我们会从多面向来做这个审慎的评估，包含刚才谈到跟一些团体啊，我想我应该有更多的请教是。部长，我可以理解说，当时可能在这些委员遴选，因为一开始可能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士，专业人士没那么多。可是其实这么长时间推动下来，我觉得具备相关资格的人，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了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的资格，我会觉得说，可能真的要请教育部，还是要往再去看怎么修，因为这个资格看起来确实就真的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几乎他每一年只要是上课4个小时，然后就可以来当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性平委员。所以我还是比较希望我们部里面应该要针对这个资格去考量。还有就是那个关于得到的那个职能培训结业证书这个部分写的也有点笼统，就是说这个职能培训的结业证书，它到底是受过哪些职能以及几个小时。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部里面也是还要再研议一下，因为我知道说各县市的这些性平委员的这所谓的人才库，其实它是尽量的广纳，只要有受过训练那就让他进来，可是他的专业度是不是有达到作为一个性平委员的一个专业度，我觉得这部分我们部里面还是应该要再更审慎的来看这几个标准，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部长。那再来是要针对我们关于那个网络学习发展计划这个部分。好，就是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说，我们这次的预算解冻部分主要都是在升级那个
学校的那个网络频宽嘛，好，主要是硬体的设备的一个预算哈。可是在这边我比较要去跟部长来做讨论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学校的网络教育不是只是硬体好而已，重点是内容，以及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儿校上网的安全。那我上礼拜其实也有咨询过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学校让学生使用我们学校的网络，就是学术网络上网了，我们学校其实是有责任不让儿校透过学校这种他内的这样的一个频宽，然后接触到他有害他身心的一个资讯。那我不知道说目前我们教育部在学校他内的这一端，你们这层防护机制是怎么做的？是，我请司长跟委员报告一下，好，会比较快。我们请李司长。报告委员，在我们在县市网具有这个不当资讯的防护的机制，对，也就是说不当资讯都会透过县市网来做筛选。对，所以你们这个县市网来做筛选的，跟你们的网络守护天使的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好，因为这个的我知道说，网络守护天使其实它是用所谓的 domain name 来阻挡的嘛。那我们都知道，色情网站它其实随时都是在更新当中。所以我在这部分，我想要强调的是说，好，我们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区网、县网有在做这样一个防毒的一个功能，可是这个的功能到底它的成效、它的防毒的比例，好，就是说那些那个技术性的东西以及资料的一个东西，它是随时必须要更新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我们教育部在这个部分也要去确保，好，这样的一个防护机制它是有效的。好，那再来要去提醒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学校其实我们都会用网络，好，例如说很多学校都用了脸书粉丝团，好，可是部长你知道脸书其实是几岁才可以申请脸书吗？几岁？我通人跟我讲十三岁，没错，十三岁哈。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个数字哈，目前那个十三岁就是那个用脸书哈的学生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这边其实要提醒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学校你可以用粉丝团，可是你要去确保，你要去确定说你用粉丝团你要沟通的对象是谁，不应该是学生，因为学生其实在国小他不应该有脸书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部分就是学校关于学生各自的一个问题，好，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说，我们在学校的荣誉榜里面常常就会有某个优秀的同学就有照片，然后他是哪一个年级，好，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得到什么样的奖，好，可是我们都知道说儿少的个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个资随便的铺露在网络上，这些资料其实都会永远的留下来，它不会被遗忘的，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要请教育部提醒我们学校，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学童的个资还是照片放在网络上面，我们是不是要先做一个动作，就是征询这个学童的同意，征询他的家长的同意，好，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也可以达到就是教育的一个功能，让我们的学生、学童还有家长知道说，其实你的个资你在网络上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随便的暴露，它也可以达到一个教育的一个功能。那不知道说部长能不能？谢谢刚刚委员的这个提议也提醒了，我想对，尤其在小学，确实因为脸书这个是蛮通行，但是也确实我们在年龄上本来就有规范，尤其对各自的部分，我会请资科司跟国教署这边来这部分再跟学校多一些提醒。好，是，谢谢部长。好，那最后请看一张就好了，就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学合作，那其实要跟部长提醒一个，就是说我们人文社会学们其实也需要产学合作，可是在这次的相关的报告还是里面我们看到其实都是以工科为主。那其实我刚好连想到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才在讨论出版产业，其实出版产业跟我们人文社会学们其实学科其实是有很高的可能的一个产学合作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会希望说，是不是我们未来教育部在推动产学合作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这部分也不应该遗漏他们。是是，我跟委员补充报告，目前有关人文再造计划跟数位
这方面呢、啊，部里头有一些计划，我想在推动上，我们再来努力。所以就真的希望部长多多重视那个人文社会学科。好，以上。好，谢谢，谢谢委员，是谢谢。好，谢谢李委员，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卢秀燕委员质询。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好，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谢谢。谢谢主席，有请部长。好，请潘部长。部长早哈，委员好。您知道体育署现在有一个改善国民运动环境，还有打造运动岛的计划吗？我了解，是知道哈。是。那这个计划的展延到现在行政院都还没有通过哦。我们是展延中，还没有通过哦。是是。那你们该怎么办呢？是今天我们在审你们的这个解冻案，可是呢，对偏乡或者是原乡最重要的这两个计划。到现在行政院都没有通过，那您怎么，身为教育部长或体育署署长，你们怎么跟那个？我先请署长来跟委员报告目前的这个好谢谢呈报的进度哈。我再署长您说，跟委员报告哈，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整个修正牵涉到各县市所提出来的相关的计划，那我们要搭配，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已经抱怨审议了，但是院里还有 一些意见。那什么样的意见？你有没有试图把为什么各县市，尤其是原乡地区、偏乡地区的问题告诉我们的行政院长？是，我们会尽速处理，而且我想委员所关心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纳到里头来处理。没问题吗？是。行政院会不会到了这个下策就 不通过了这个案子？好，谢谢部长。我告诉您哈。可能你不知道偏乡还有原乡的运动场出现了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所谓的四年计划中断的话，对偏乡跟原乡地区的打造运动岛的计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为什么？我举一个尖石乡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行政单位他在拟定政策计划是怎么样的不够周延。可能署长没有跟部长您报告，你虽然是来自于台中市，可是你可能不知道和平乡或者是尖石乡发生了什么问题，你可能不知道。请委员指教。好，是是，你知道在部落要盖一个运动场，原乡跟都市的差异是什么吗？不知道。所以署长，这是你的错误，你要告诉部长，让部长去告诉我们的行政院，因为这些高官都是在冷气房里面的。他们都是出生于都会的，他不了解原乡部落的困境。我现在讲，原乡他必须要办理土地拨用，要办理地目 变更，还要申请水保计划，然后要再办水保工程。您知道吗，部长？等我们把这些一一都弄好的时候呢，至少要三年以上。可是你们所谓的这个中长程计划，一期只有四年。所以当我们原乡地区把这些大大大大行政的程序全部弄完了之后，报到了体育署，体育署再报到了教育部，教育部再给了行政院，四年中长程计划结束了。署长，我讲的没有错吧？是。部长，您知道吗？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所以身为你们所谓的改善国民运动环境、打造运动岛的计划，都市偏乡原乡有非常大的落差，所以部长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扛下来。是，我跟文报委员刚才所提哈，这个因为之前在台中服务，对，有几确实是不是在原乡的用地取得哈，它有很多的限制。光是达观国小，是我知道，他现在没有了运动场，我们的孩子是在百米的那个车子用的那个交通道上面，在那边跑步。这个就是我们原乡的孩子的困境，而一个运动场不是只有学校孩子用哦，是全乡都可以用哦。所以这个计划是对原乡或偏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部长，你要给我们原乡还有偏乡的那个族人一个承诺，你一定要把这个计划延下去，可以吗？我想刚刚就署长所提，已经跟院提出来，我想接下去我一定会
在院的这部分呢、啊、来据理说明，让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延长、哦、好不好？是是。好，那另外呢，昨天我们在这边谈到了偏乡的教育，然后我们的今天的招委，我们有两个版本。昨天在这边有非常多有热情的教育界的朋友，教授也好，校长也好，老师也好，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那么我想呢，部长您虽然没有来，您应该知道这些校长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吧？是我大致都了解，大致知道。对对，有结构性的问题，有师资的问题。但是我很想问，我们如果这个法通过了以后，我以现在我们的教育经费从哪里来？我们的饼就这么大，我们的教育文化委员会，尤其是教育部的预算，一年1200万，没有错吧？哈，部长。那如果这个法通过，钱从哪里来？是，我想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谢谢委员。还是我们在这边，还是我们在这边只是提提就完了？然后呢，办完了公听会，法通过了之后，未来偏乡的教育还是依然如故。我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有两位委员所提，那教育部现在也对应的。我现在问您是钱哪里来？是哦，因为这里面我想有很多。你会不会去排挤到其他的？跟委员，除了预算是一部分呐、啊，因为当然这本来还会在法，还会在讨论。我现在跟你讲的 是因为其他技术上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克服。唯一无法克服的就是现在我们的财政是非常困难，而我们的财政绝大部分用在国防预算。我不知道部长你有没有看到，也就是我昨天提的，美国的联邦参议员马凯五号他说了，美国希望台湾能达到国防预算占%GDP 的承诺、哦、他讲承诺两个字哦，我请现场的我们的委员要注意一下哦，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小英去了美国，黑箱已经同意答应了美国，我们要国防预算要达到%GDP 的3%，然后林权也说哦，如果没有办法，我们的财政困难没有办法达到的话，他要编列特别预算，我们要追加多少？800亿。国防部长前几天在我们国防委员会也针对其他委员讲，他说明年他要编4000亿的国防，你知道今年我们国防预算已经3200多了。已经达到快要3%的2点多了。我们以全世界所谓的军事大国来说，他们不过是GDP 的2.5%到2.8%，结果美国却要台湾买单GDP 3%。我不知道，身为我们掌管教育最重要的部长，你们在开行政院会议的时候，有没有把我们的教育的困境告诉我们的院长，告诉我们的行政团队，教育其实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国防力量以及未来的战力。可是我们的教育每年预算递减，我们只有1200亿。你觉得1200亿能够造就所谓的台湾的未来的战斗力吗？你认为？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对教育的关心跟支持。那现在整个教育的预算规模，是到2300亿，然后这当然涵盖如果地方政府就不止，因为我们有一个也是大我们立院的支持，让我们的教育经费编列有一个法制上的达到23%的这样的比例。我想这一部分呢、啊，也在106年，我们会来善用啊，所增加出来的这些预算。当然刚才委员关切的个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对于偏乡的部分，原来教育部跟地方政府事实上在这上面已经有一些预算的编列，那对应未来偏乡教育法如果完成这个法定程序，我想在这上面教育部会跟地方政府来共同。部长你可能不太清楚，现在我们的地方政府啊，几乎所有的财政啊全部都是举债上限。我提苗栗县，苗栗县他连薪水都发不出来，未来还有几个县市同样会面临到问题，所以我们的教育饼就是这么大。是，你说你会去协调地方政府编出来？地方政府都要废校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谈到偏乡的这个所谓的教育法？我们就是看到了偏乡所有的县市政府牺牲的就是偏乡的教育。因为偏乡或原乡地区的投票率
没有办法支撑一个县市首长的产生，于是乎地方首长就把所谓的教育，因为教育是百年的，他不会在八年之中显现出来，他就牺牲了教育。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教育文化的所有的委员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你刚告诉我们说，哎呀，你会跟地方政府协调。我们昨天在这边有一个委员，苏志芬委员，来自于云林县，他就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是说，中央的教育部跟我们的地方的县市政府一直在做拉锯战。那教育部呢，我们明明是主管教育的主管机关，你们有的时候就说因为地方制度的关系，把责任权限又丢给地方，然后地方说我没有钱，我要怎么做教育，请中央给我。然后部长你说我们的教育经费就这么大，可是我们的蔡英文已经黑箱告诉美国了，我们要买4000亿的国防，是这样子的吗？部长，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部长。既然如果中华民国的政府把教育列为我们未来最重要的战力，部长，你要全力跟我们的林权院长说，你既然可以编国防的特别预算，麻烦我们不要800亿，我们只要80亿就好了。我们来做偏乡的教育，让偏乡的教育真正符合超水准，以及能够有竞争力的教育。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子，部长，你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吗？是，我想教育部会支持偏乡教育法的往前发展，也正是跟委员所提到的。不能够说法，我说预算要把它弄出来。就因为这个法制确立后，也会刚才委员所担心讲提到的。好，因为现在就是你认为钱会出来吗？教育部？因为现在来去排挤到别的东西，然后拿出来。我想这个法去排挤到我们的社福，这个法制是很重要的基础了，因为现在地方制度法把中小学归由地方政府来处理的时候，少了这个地方偏乡教育的法规的支持啊，才会让委员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学校可能就在无形之中就消失，所以受教孩子的权益就不到。换句话说，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的预算你要从地方政府里面拿出来，从中央统筹分配款里面去处理吗？委员说，因为中央跟地方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啦，但是这个法制吧，我倒想看看你106年如果这个法过的话，你的钱要从哪里来？委员，我们来努力。好，谢谢。是，谢谢。好，谢谢高金委员。好，接下来请蔡益瑜委员，蔡益瑜委员。好，萧美琴委员不在。好，刘兆豪委员不在。陈罗珀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不在。林德府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不在。格拉斯尤达卡委员不在。好，徐正卫委员不在。搞路以用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陈一杰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好，报告委员会登记质询之在场委员均已质询完毕，委员许志杰、张廖万坚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关于今天议程做如下决定：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重启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继续处理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解冻案两案。一、教育部函为104年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辅导2017台北世界运动大学，世界大学运动会筹备计划解冻专案报告，请问委员是否同意解冻？有意见？哦，那你们要
没有意见哈，没有意见，好，好，同意解冻，好，好，第二案啊，接下来请议事组来帮忙念案子啊。第二案，2017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筹备计划赛会场馆设施新整建工程，原列16亿6680万元，冻结1/5，请解冻案。好，请问委员是否同意解冻？有意见？没有意见。好，同意解冻。好，再来哈，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解冻案12案，好，请议事组来。第一案，冻结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导中强化人才培育及产学合作机制4000万元，请解冻案。请问委员是否同意解冻？有意见？有意见。好，蒋委员。主席，这个案子哈，说实在的。为了他这个解冻的说明，我还特别请教育部再送一份更详细的资料啊！我把我的问题提给教育部，可是送完了以后，我真的我不知道教育部真的是有把我们当时在审预算的时候讲的一些问题有很具体的就做一个答复吗？给我的感觉好像还是像一般的书面报告一样的就写出来，我根本就看不出来他们到底在做了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了解问题啊？根本没有办法把我的问题答案出来嘛。这几个案子说实在的，这几个案子，主席你看，我跟他要了这么多资料，每一个案子他都请他们给我一个一个答复，而且我也提出我的意见，没有，没有，我看不出来真正能够，当然写东西写的是很多了，可是都是一种文字的意象而已啊。那到底做了没有？我不知道。就像刚刚我们咨询的，讲到技职体系的问题，你到底最目前技职院校，你的这个部分来讲，你有没有做？收不到学生，我换一个学校的名称就改变了，那上面没写说什么东西解决的办法啊，对不对？产学合作，这哦，我这个比去年增加了30%，这个老师的这个比增加多少？可是有多少学校是老师自己掏腰包？来做产学合作，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这个老师学校就不会聘他，所以老师就自己掏腰包弄个20万块钱或者十几万块钱，然后成立一个产，变成一个产学合作计划，然后呢，就让学校能够把他这个位置保留下来。所以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问题，我是觉得今天教育部，我们今天既然要解冻预算，我们在立法院来讲，我们也绝对支持教育的预算。可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来解冻。嗯，我们总希望有个具体的方式嘛。那个、所以你看这个前面，了解前一阵子的一个杂志讲的，说教育部的 KPI 评比是在最后面。所以这个教育部本身应该要建立的一个制度，所以今天这几个有关教育部本身的这个预算，我就要看了资料，我刚刚咨询完了，我还在很仔细的看，根本看不出我的答案，看不出来，没有我要的答案在里面。好，柯志恩委员。我稍微呼应像蒋委员的说法啊，我刚才咨询时也特别提到了啊，我是不是可以解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我本来是看到他那个举例来说，像高教不是本来有11项绩效吗？后来你在这个我们的报告里面其实只有4项，完全对不起来。可是后来你们又在后面里面有提到了，非常有对应表，你可以翻出那几页。其实在你们这里面有，就是那11项的绩效当中，我们当时有些的意见，后来有对等的方法，比如说第一项你们提升了多少，第二项你们提升了多少，我觉得以那个部分，那是我们后来。在要求的时候，你们把它整理成一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比照那样的一个范例，给其他的包括技职来去做，就可以比较能够符合蒋委员那个做法。而且你那个东西还是涵盖在里面，大家不能一目了然。所以我觉得有个比较是属于第三案或第四案这个部分里面。如果说你的那个报告的资料能够呈现出那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就不会有冒成，你知道吗？部长，你看过都是在把那个计划又重新再放一遍，那根本看不出来那个到底的差别在哪里。比较那个高教师的给我们那个额外那个资料，其实这个就部分就可以解套了啦。
但还是一个报告的撰写的方法嘛，那个资料分析的一个呈现的方式，表格的呈现方式嘛，这样比较一目了然啊。好，教育部要不要说明？是有没有说明？我想跟主席还有跟委员一方面表示抱歉哈，因为在之前审议预算的时候啊，我自己没有那么还没有参加，没有那么深入哈，但是我也从前后啊，包含刚才蒋委员说指教，那后来在整理的这些内容确实是更详细，但是在整个呈现对应的方式，对对，我想是应该再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整理了。这个我想我会在内部再要求我们同仁这边啊，我们再来努力哈、哦、啊。等一下如果委员有比较需要教育部再做口头补充，我想我如果还不够深入，我会请司长这边来跟委员从委员的询问啊再来做报告哈、哦。那我想这部分我未来会请同仁在整理这些资料上面呢、啊，除了对应委员当时在预算审查的意见之外，整理的系统上啊，能够让委员可以一目了然哦，跟委员表示抱歉是。像主席啊，像我们刚刚咨询的时候哈、啊，我想张廖也委员也提到过嘛，很多技师体系的，对不对？工业基础的这个学生来讲，减掉四成，然后都走服务业，所以这个部分你看，教育部昨天给我的答复是，各类的各校的。工业类、水产事业类、农业群及产业特殊需求，请需求类科各科合计之招生班数以不低于前一个学年度招生核定的招生数为原则。好，现在问题是已经倾斜了，你没有把它导正啊，你只是维持倾斜的状况而已啊。你这个做法就是不能少于这个前面一个学期的状况，也就是说继续让它倾斜，只是维持这样的倾斜，只是不让它再更倾斜而已啊。好，那可是我们工业科的类似基础工业的这些学生来讲，你并没有因此而有增加呀，对不对？是，那像我们刚刚提，为什么我刚刚会特别再提出来，就是看到你这个报告以后，我就特别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来咨询。所以像这种东西，如果今天我觉得解冻的话，说实在的，倾斜还是继续倾斜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问了很多的资料，当然你们也给我们很多的数字，可是数字来讲跟你们本身的目标值来讲的话是有没有差距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对，譬如说我有了100个学生，可是我如果我目标值是200个学生的话，那你才达到目标值的一半呢、啊、所以这种东西我希望教育部能够把这些我们真正需要的而且很具体的啊，不要很抽象的这个文字给我们好不好，把具体的数字让我们看到。好，那这笔预算要不要解冻？我觉得我们先今天先暂时要不要解冻，解冻可以，好吧，没有说明就再进一步的资料给我们了，没有说明就保留哦。我们再排一个时间，这段时间他把资料给我们，主席可以让我说明一下吗？好啦，马市长，你快点讲一下。抱歉，跟委员说明一下，因为同仁在呈现的都是机制面。那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在工农领域这三年，其实它的人数是有成长。那服务业在这三年也有下降，只是他没有把数据给你们。那我想，我们这个等一下马上补给委员，可以吗？因为他讲的，我们讲的是数机制啦，真的很抱歉。我们马上等马上补给委员这边，我们的机制面做了之后，其实是有工农有升，然后服务业有降的。好，何新存委员。报告招委跟请求各位委员支持哈，继续动。因为哈，这个解冻案呢、啊、哈，已经不是已经过了那么久时间给你准备资料，我刚刚在咨询也是说，那么多解冻案里面，怎么会连个说明都是这么的笼统跟糊弄跟应付，只是把过去的一些东西剪接出来，也没有针对委员们当初的提案的一个要求来做说明，文不对题，连答案都对不到题目。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同意解冻。那这个案子先行保留，大家有没有意见？就继续保留了、哦、好不好？就继续保留了。那请教育部、哦、再提出更详细的说明，更具体的方案，然后再提下一次的解冻案了，好不好？好、哦、那这段时间请教育部有跟我们可以跟我们沟通一下嘛？他敢不跟你沟通吗？对不对？解冻的案到现在没有人跟我们沟通过嘛？都没有跟你沟通。好好好，那
对不对？第一个资料来了以后，我还仔细看了以后，我直接裁定了，我直接裁定了，一份资料，先行保留，先行保留，好，这个案子，好，第二案，第二案也一样嘛。教育部简送冻结迈向顶尖大学计划3亿元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有，嘉安委员有意见。没有沟通嘛？就到底没有沟通。你迈向顶尖，你本来是到今年的12月就结束了，那你现在要往后延，你这一年当中你要怎么做？好，来说明说明，对不对？而说实在，我不是我讲这些问题，我不是没有看啊，我都有把你们最新昨天给我的资料，我还是在继续在看啊，可是我还是看不出来你们要怎么做啊。为你的政策辩护一下了，这个一年当中你的过渡期你是要怎么做，对不对？然后107年，那当然是按照你新的高教蓝图出来107年，可是你106年的延续是这一年当中，你不能照原计划去延续嘛，对不对？那如果照延续的话，那有什么意思？本来应该5年就要检讨，你已经2期的5年500亿了，现在要进入到第3期了，结果你还要延续以前的，那这个就有问题啦，对不对？而且你给我的聚焦的是以改善空间的面向，并以学生学习成效及就业竞争力为主体，继续推动各项改善措施，以延长前些计划一年执行期间到106年12月的方式为缓冲，这是什么意思？庄伟，你听得懂？你看了这个文字以后，你可以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也会写了，我看不出来啊。我也会写。所以我不是说随便要冻结你们的预算，或者不给你们解冻，我都是很仔细的把你们的一个字都在看的。他预算都自己看。好了，来。跟委员们说明一下哈，有关于我们这个年到今年底结束的这个第二期的卖点计划，我们会进行检讨，也会有一个检讨报告。另外呢，我们也会进行那个实地的考评，考评的这个计划的结果会给学校再做修正。那因为我们明年度面临到这个计划结束之后，学校有很多相关的一个延续的工作要进行，所以原则上我们就计划本身有一个延续的桥接、延续的过程的计划。那当然，这中间未来我们会希望以学生为主的这个学习概念，甚至呢可以有一些优化教学，还有创新连接在地产业等等的一个桥接的计划来延续，但是基本的计划我们会希望还是有一个延续一年的概念，让学校原来已经有的一个教学研的基础能够继续，那相关的人员也有一个一年的过渡期。新的计划107，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重新在主工作圈会去讨论107的计划，希望在明年这个时候针对107的方案能够提出来，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跟讨论。好，这个案子要同意解冻吗？3亿了哈，卖顶计划。好，我们委员，如果这个案子先行保留，委员有没有意见？好，保留。好，这个案子也保留。那个教育部哈，我们的所有委员提出来的冻结的预算哈，其实都有一些理由跟陈述哈。那教育部在要提解冻案之前，应该就各个委员提出来的争议的那个部分，你们应该要有一些对应的方案，要有一些说明具体的陈述。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只是一个形式上哈，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对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啊，我们这么认真的委员，严谨的来审查所有的预算解冻啊，可能你们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啊，你们态度太轻松了哦！我要提醒你们，主席，我提一个。好，来，张廖委员，刚才我有咨询过了，其实我们在第7页在对这个麦顶计划的一个补助里面，我们提的是说第7页是讲到世界大学排名里面，但我们是讲很多评比的排名只是一种。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有11所大学进入前500名，
然后一直在强调那个排名。那其实前天报纸才出来啊，我们在亚洲大学排名那十一所里面，除了有两所略微进步之外，其他是都下降哎、欸。嗯，那这个你现在来说明哦。那如果说我们当时冻结是有一些因素，包括刚才我质询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过去刚才部长是说有原额管控，那这个生死比一直没有被纳入重要的这个指标里面。那其实这些世界大学的排名，这个是占五分之一20%左右的一个比重哦。我们11项的评比里面都没有，好，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的说明，两天前才公布一个亚洲大学排名，我们是明显的平均落后了5名左右。可是呢，我们还在一直强调它的绩效怎么样，然后我们又把你冻结了，然后你还说我们绩效很好，所以这个我真的是弄不清楚这个逻辑啦齁。所以其实我才会一开始我跟部长讲说你是新任的齁，我觉得高教这一部分的补助，过去我在上任的4个多月，我们不断的在检讨，其实大家不分招也是有意见的，是认为应该要检讨，而且要实际检讨，花了那么多钱，麦鼎计划了5年500亿，那我们到底这样的补助有哪些盲点，有哪些问题，包括讲的这个师生比的一个评比，包括亚洲大学，包括世界大学排名，那我们不能讲说因为我们公立有原额管控啊，我们还有兼任教授、兼任的也都算在里面啊，那高教联盟、产业联盟他们提的数据里面也都含在里面，还是比那个 OECD 的14点多都还要低很多啊，怎么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说一个，应该要做清楚的说明。好，谢谢。好，很好，这一笔3亿的麦鼎计划的预算先行保留，有没有意见？好，下一案。第3案，教育部减送产学合作及技职教师研习原列25亿3082万5000元冻结20分之一，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25亿产学合作及技职教师研习，呀，这个有意见哈、哦？有意见，来，这是我刚刚讲的产学合作的部分哈、哦。他虽然给我的资料上面讲的说是102年，这个103年比102年成长了43%，教师接受企业产学计划啊、哦，金额较102年成长了30.59%。可是就是说有多少里面有多少是老师自己掏腰包的，也算在这里面的。那根本就失去了意义嘛，所以现在有些后段的学校的老师根本不是在教学，学校给他的指标 KPI 的指标是你一年你可以招收到拉近多少个高中学生进我这个学校，然后你的产学合作的计划你有一年是20万呢还是15万，那有些老师跟产业就不熟啊，为了保住饭碗呢，我就拿自己掏腰包掏了20万拿到学校去说这个就是我跟某某企业合作的一个产学合作，那些老师哪里在用心在教书嘛？嗯，所以像这种技职体系这种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我在这边我看不见，只是光讲一个数字，所以我觉得真的说在我这个质询啊，我在审预算的时候，在去年审预算的时候我就提出来过的，可是一直到现在冻结完了到现在给我的补充说明里面都没有针对这些问题的症结点去做一个说明。好，这笔预算呢是冻结25亿的1/20啦，等于是1亿多了，那大家有没有意见？保留。委员是不是来马市长。对，跟委员说明一下，因为这边同仁呈现的的确是数据的成长，那刚刚蒋委员所提到那个情况可能是之前有纳入指标，但是指标后来我们都已经移除了，针对几个案件数才是一个产学的绩效啦，那机制面其实已经调了，那所以委员那个担心说用5万块或是几万块去买一个产学合作案当做绩效的部分，这个部分在我们的绩效的一个要求里面已经没有了啦，那只是说因为整体的我们是在说明整个推动的状况，所以同仁是把整个推动的成效跟机制面做个说明，那委员的那个部分的担心是不是说也许会后我们再跟委员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好不好？
我请你们补送资料的时候，你就把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要在资料上面写清楚嘛。以后我们会。而不是说我们提出来你再来讲，你提出来再来讲，那我还是还我还我怎么知道还有你更多的东西你还没讲出来的？这个以后我们来改进。所以这个就应该要赶快把它讲出来嘛，对不对？对。所以说实在的，你们这个希望我们解冻的理由，我看了以后，我才更提出更多的希望意见，请你们再送资料，这是你们昨天送来的资料。那我也是赶快仔细看看，看完了以后，还发现到很多都不是我要的资料，所以我希望知道的了解的问题，并没有在里面。好，本案再保留，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本案先行保留。哎呦，105年度的到现在还没有一条过呢。105年，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好，本案呢、啊、再保留哈、哦。好，下一案，第四案，宣布减送冻结技术职业教育行政及督导中奖励科技校院教学作业计划1亿元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这焦灼的。有，我有，我很焦虑。那个第四案的部分哦，里面有一些的想法啊、哦。真的是我根本不觉得要冻结，我根本应该彻底删掉了。哎呦，不是，你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哦，对不起，我做的很久的卓越计划，我很清楚，像区域教学资源中心计划，真的是可以不要了，因为那个东西简直是，你知道吗？那个东西本身大家在分享的资源就很少，可是呢，有很多的指标呢，你就必须要纷纷上传。然后呢，基本上最重要的部分里面是大家分享的资源是真的是比例非常的低，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审查预算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他根本就是在让所有的这个所谓卓越计划办公室的这些助理每天就是非常的痛苦的在这个部分，最主要你做的这个部分根本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在做使用，所以这个部分里面，除非你告诉我有一个更好的一种绩效的一种呈现的方式，否则以区域中心的这个资源来去看，以我们实际在第一线操兵的这个历程来看，我真的觉得这个中心真的可以废了，不好意思。好，那柯委的意见是要保留。委员可以让我补充一下吗？好。好，跟委员报告，因为区域教学资源中心只是教卓计划的一小部分。那当然，我们也进行了检讨，至少从去年我接任纪事长到现在，我们针对区域教学资源中心已经开了3次会，针对它的功能跟成效，在未来我们会去做比较大的调整跟改变。所以也恳请委员能够还是继续支持这个教卓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对技职校院来说非常的重要。拜托，我支持，我也知道很多学校需要，但是我还是强调，就是说从这个报告里面，因为你看你预定办理的部分，它也完成的部分，你完全是锁定在两大部分嘛。你看区域教学资源中心计划就是你们两大业当中最大的一个比例嘛，我当然拿这一块比例来做文章嘛，因为那是第八届的这个部分嘛。我们检讨改进，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还有别的绩效一亿里面，包括其他绩效，就要把它呈现出来。可是看出来，你看就只有两大个部分啊，卓越计划有区域中心嘛，就只有这几块嘛。那我们当然会有东西提出质疑来吧，好不好？撰写上的技术，那也恳请委员能够支持，好不好？那就看看这个资料里面到底还可以呈现出什么。对对。所以说实在的，这个东西啊，你们既然叫解冻，你们就应该到我们办公室跟我们问问看，我们有些哪些问题，你可以给我们事先跟我们说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了。否则的话呢，你不跟我来说明，那我只有送资料，你然后你送来的资料又不是我要的资料，那你要我解冻，我也觉得很难过啊。好，好，本案现行保留。下一案，第五案，教育部减送冻结师资培育与艺术教育行政及督导中健全师资培育3000万元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我主席啊，我觉得教育部的师培啊，你真的是应该要跟一些，尤其是技师体系的了哈，尤其是技师体系的。应该要跟一些学校真的去了解他的一些状况，以及跟产业界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很多的师资培育的老师，并不是未来产业需求的这些老师。那你老师都不能知道未来产业需求是什么哪方向的这些，
那你怎么去教未来，怎么样培养出来未来的产业需要的学生呢？对不对？好，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很多技职体系的老师他没有老师的资格，可是那技职体系去找业师，可是业师又受到限制，嗯，然后学校就在评鉴上也好，在补助上面也好，都受到影响。那老师，如果现在的老师如果要去取得教育学分，那他因为他是非现任学生，所以他就不能去修二十几个教育学分，所以他就必须要重新考研究所。考了研究所，要把研究所的学业练完以后，在练研究所的当中去修那二十几个教育学分。等到他教育研究所硕士毕业了以后，修好二十几个，他才有资格回到学校来当老师。怎么可能呢？那所以，那已经现任的老师，已经在教书的老师，可不可以去修那教育学分，把它变成合格的老师？这也是一个。所以像有些人讲，我请业师，高价请业师来，结果不可以。可是你师资培育的老师又没有我这个方面的老师，每年所师资培育出来的名额根本不够我这科系的老师的供需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师资培育这边老师出不来，我这边找业师来，你这边又说不合规定，所以学校的补助也没有了，那叫学校怎么办？叫学校怎么办？好，所以这个部分拜托师资培育的部分必须要跟技师体系的学校来多多了解一下，我未来培育的师资是什么样的一个师资，你要跟产业界多了解嘛。好，那这个部分你未来要怎么做，我希望师资培育师可以给我一个书面资料。 好，请教育部给蒋委员书面资料哈。这一案同意解冻，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意见了，那你的意见是要保留，这一案再保留，大家有没有意见？失培了，师资培育、艺术教育行政及督导健全师资培育3000万了。如果这个案子是冻结，来教育部你们讲一下。我想谢谢委员的指教。那这样，我想相关的工作，我想相关的经费，我们都是以师培大学还有学生为主了哈。那我们大概预算的执行力目前也都超过一半以上哈。那当然，学校跟学生还是需要相关的经费来支持他们，让师资培育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当然，蒋委员所提的意见，我们是不是会后啊，我们把具体的做法，我们会提供一个很完整的书面报告，也亲自到委员办公室做一个说明。你们早就该了，对，你们到现在在。刚刚提的不是，刚委员提的是另外，不是在省预算提的问题了，是另外技职老师的问题。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完整的做法。好，知道，知道。好，好，那个师资培育老师当过，所以我可以稍微讲一些话了。那个刚刚26个学分，那个蒋委员讲一个是完全是制度政策层面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要来符合这个部分。但是我想先请问一下那个张司长，你今天我们所冻结的预算，你最主要是用在什么？用在你所呈现的这个部分吗？有关于包括史怀哲计划，包括你这个所谓的师资培育功能这些，你那个部分是这个部分吗？都有，因为它是整个大科目的冻结。是啦，是啦。那个这个部分替师培讲一句话了，我很多的学员也在师培里面了。哎，蒋委员，你讲那个是结构面、政策面的层次的问题，跟他所提出来这个部分其实是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让他们。好了，可以让他们解冻一下的那个部分里面。我跟柯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来讲，我们当时要冻结的预算，啊，是有讲出我们为什么要冻结，以及冻结哪些方面的。可是呢，我们是让教育部他自己作业方便，好吧？你自己去3000万，你自己要决定你要冻哪几个面向，是你自己决定的。可是我们的问当时所提的问题并没解决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只是让你方便，如果你这个科全部3000万全部冻掉了，那你就没有业务了，所以你就把别的这个预算冻一点，那个地方冻一点，把它凑到3000万嘛，对不对？这是给他方便嘛，对不对？好，本案柯委员同意解冻，蒋委员要保留。来，吴思瑶委员。教育部真的要打屁股哈。
虽然上一届我不在，我没有很清楚知道说到底上一届被动的理由，但是最起码乃公这么资深，那没有提供资料，这我们也很难讲。但是本案我认为真的让他去做，是因为我要跟乃公拜托了。我们一直在讲美感教育，一直在讲艺术教育，那尤其这当中还涉及一笔500万左右，是要让这些艺术的教育能够透过一些学校的指定合作进入偏乡。好，我们昨天才处理了偏乡教育法的一个公听会，确实这个部分在艺术导入跟美感教育的部分提升上3000万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啦。那我是觉得当然还是要批判一下你们资料准备的不足，但是就站在艺术教育我长期支持这方面的部分，我是希望再给他们一次机会。那我们下会期在审议这个年度总预算的时候拎到气块买哈，到时候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好了，好，给他们一次机会了。当然是要讲话，好不好？我当然应该尊重。可是呢，因为这是他自己内部的调整。好了，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解冻，他自己内部还是可以继续调整做了，不影响的。对的，对的，他不影响。那个是要，我跟你讲，立法院审预算跟台北市议会审预算是不一样的状况。台北市预算你把它动这个弹数掉，他立刻就是不能动，他们是可以动的。他们的弹性比我们在市议会大的太多太多了，中央没有那么严谨了啊，这第一个，中央那么严谨。第二个来讲，现在才6月了，3000万它占它整个总共预算来讲的话呢，也没有多少了。好，所以我们再排一个，你先给我们说明，我们再排一个时间再来做解冻。那9月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不绝对不会影响到它动资了，啊。绝对不会影响到他的动资的。好，本案再保留。下一案6。第6案，教育部简送冻结终身教育行政及督导中推行加强教育1000万元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好，本案1000万，有没有意见？我刚刚跟施雅讲，我尊重他，好，所以第6案我就没有意见。谢谢乃公。那别人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本案同意解冻。下一案，第7案，教育部减收冻结学生辅导及性别平等教育业务费经费之1/4，共计1114万元，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哦，这个大家会有意见的。来，何委员。谢谢主席啊、哦，我想我还是再重复讲一次啊、哦，我对于这个预算的这个解冻的一个报告跟说明，我觉得非常的不满意啊、哦！我觉得教育部还是习语啊、哦，用所谓的数字啊、哦、来告诉我们，可是那个数字里面只是不断的告诉我办过几场演讲，办过几场表演，办过什么什么的宣导。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们要的当初提案要求教育部针对这个预算的执行，对于性平教育的一个落实，我们要求的是教育部去检视、去盘点、去告诉我们有哪些是没有做到，应该再继续做。那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那各级的学校有不同的性平教材跟所谓的资源体系，那教育部要来告诉我们重点啊！尤其在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有发生了很多，不管是校园霸凌也好，或者是所谓的一个性平的事件也好，我觉得教育部的第一时间的处理是不及格的。嗯，所以好，我还是要说，我是不支持解冻了，除非他可以给我更详细，而且呢，这个答案是对得上我们的问题的一个答案报告出来。好，谢谢何委员。何委员不同意解冻，教育部有没有意见？来，吴思瑶委员。说到这个，我就要追问一下。那个辅大的案子，部长，辅大的案子，您上次在备询台上答应我说，你们组成教育部的调查小组。那当然我知道也没多久时间，但总是要有个进度。我们今天就在处理性平会的相关的做法，相关预算是不是解冻？那辅大那个个案的部分，你们介入启动了解了没有？跟委员报告，辅大那个案我们已经启动调查小组。那现在请学校你那个答辩书当中，那大概学校还要你答辩书啊？移动对外对
不断的发言，也对于本席在委员会的质询也多所意见呢。有，那这些我们都会纳进去调查小组。对，所以还没有，就是请韩文请他你答辩，然后你还没正式开会。这个礼拜五学校会把报告给我们。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会？我们下礼拜一会开会，啊之后就会到学校去做实际上的了解。可不可以快一点、啊？我们会快速来处理，谢谢。因为从咨询到现在也半个多月了呀。啊，对，你们的成员是谁？我们成员就是依照性平法里面有规定要三到五位嘛，哈。然后有二分之一是女性，然后里面必须要都是性平调查的人才库里面的委员，有包含律师，有包含现职的性平教授，所以就是惯有的制式的那些委员的组成。林炳雄到底有在叫去刚在开会不啊？有，我们三个月都会召开一次。越讲越生气，三个月召开一次，然后辅大那件事情是去年六月，然后你们从来没有立案讨论过，然后是建筑媒体了，然后。好，那就保留。然后你们就这个案子的调查报，我们没有要去影响个案的了解状况，没有。但是本来你们这个会议就是失职。谢谢委员提醒。那我们这个部分依照以前调查的程序，我们一直在浓缩时间，我们会尽快来处理。好了，也不是为快而快了，但是就是要详实彻查嘛，对不对？对 对, 对，我们会认真的来。好吧，那对不起哈，好，保留一下。本案保留。第八案。第八案，教育部简送冻结资讯与科技教育行政及督导中网络学习发展计划1000万元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好，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本案同意解冻。第九案。第九案，教育部简送冻结高级中等学校教育2亿元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本案同意解冻。下一案。第十案，教育部简送高级中等学校教育项下委托办理高中课程科务发展工作圈及学科中心计划原内6700万元，冻结四分之一，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好，本案有没有意见？好，同意解冻。下一案。第十一案，教育部简送冻结学生事务与校园安全及卫生教育业务费500万元，解冻专案报告，请解冻案。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来，吴委员。好，谢谢主席。其实那个部长，我只做个提醒，因为这个案子是在讲到校园安全跟卫生教育。那我刚刚在这里跟您提到那个这个校犬计划哈，我刚刚同时到经济委员会去，也抛出同样的，那获得农委会主委，他也认为这是要启动跟教育部的合作，全台湾3885所国小、国中、高中加起来，这个能量是很大。那事实上，这跟校园安全也有关系。好，因为就一些执行成功的案例跟县市，他们发现，那各校如果有校犬，其实是可以基于犬只的地域性的这个惯性，它是可以遏阻校外流浪犬进到校园，甚至也是这些校犬会当 bodyguard 来替这些孩子的安全来做守护。所以我在这里在处理这个预算的时候，我在做个提醒，你们即刻配合农委会。好，刚刚曹主委已经同意要扩大跟你们的协助磋商，请你们跟他们来做配合，好不好？谢谢。好，请何委员。谢谢主席哈。我想我只是针对这个校园安全哦，我是在提醒教育部了哈，可以做得更周全的一个计划。因为呢，之前呢我们在讨论教官退出校园的这个8年这个计划里面，当然呢，这个在同时间我们必须要兼顾校园安全的情况下来执行跟落实嘛哦。那但是呢，这个教官不等于就是校园安全的一个全部的代名词。校园安全是除了教官以外，还有更多的一个社会安全体系要引进，包括警察行政系统的资源等等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说，我同意解冻了哦，但是我希望教育部能够除了教官，还有其他对于校园安全可以做得更周延、更周全的一个计划跟执行方式，我都希望能够教育部可以有一套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新政府是有新的决心，是有新的思维。谢谢。好，谢谢。本案同意解冻，有没有意见？好，本案同意解冻。好，下一案。第十案，教育部简送冻结2017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筹办计划12亿元
解冻章报告，请解冻章。好，本案有没有意见？来，吴思瑶委员。没意见啊，很好。但我有个建议，主席，是不是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考察，挑几个大专院校的场地设施，可以去看一下他们配合的状况，好不好？很好啦，如果有时间，我都很想啊。请，哈哈，如果排的话，苏秘书长当然要会陪同了。好，本案同意解冻。好，那我们总共有几案？那个有统计吗？还有临时提案，我先处理，我先处理预算案哈。好，报委员会啊，本日议程所列讨论事项有关处理，继续处理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解冻案两案及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解冻案12案等预算解冻案。预算解冻案同意通过部分提报院会。预算解冻案不同意的部分呢，定另择期再行处理，好不好？大家有没有意见？哈，就这样子。主席，有关是不是让我补充一下？好。谢谢刚刚主席还有委员的指教。我想对后续我们有几笔的预算哈，确实教育部要加强，再跟委员对应做说明。那另外有一个部分呢、啊，是跟主席跟委员报告的，就说当时去年在审的时候啊。除了这14项是要求要提出专案报告后哈、才解冻，那另外是用书面报告的部分有几个项目啊，这些都已经送到我们院里面来，是不是请主席跟委员来支持，是不是一并来做解冻？当时就是用书面的部分。书面，对啊，对，书面的大家不会有意见了。好，谢谢哈、哦，谢谢好谢谢，这没问题，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处理临时提案。几案三案哈，好处理临时提案。第一案，建议近日高雄昌理大学与华国人代学院之合作案，由于为规避现行法规，高雄昌理大学舍弃以推广中心形式执行，转而以补习班的形式运作，以至于劳动部需为本次事件专案放宽法规，引发众多讨论。然而，教育部针对高雄昌理大学之补助，实验为针对台湾高等教育进行协助，而非针对民间开设之补习班进行补助。其次，在该补助计划审定之初，教育部审委审核与辅导主管机关兼务查水高雄昌理大学之计划与现行法规完全不相容之情形，还提供1亿元之补助经费，可见在申请与审核制度上出现极大瑕疵。原要求教育部于一个月内提出针对高雄昌理大学之相关补助与计划执行现况之检讨与应对，并向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黄国书、联署人委员吴思瑶、蒋乃馨、何新存、柯志恩。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教育部有没有意见？我们配合提案来办理。好好好，本案通过，下一案。第二，新内阁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南向政策，借由双边人才培育交流拓展。拓展双方的技术与产业合作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建成教育部协助总统府新南向政策办公室统合相关部会之奖学金等教育资源，办理人才培育交流事宜，并得委由据相关经验之学术单位成立专案办公室，专责有关业务。提案委员钟嘉宾、吴思瑶、李立芬、张烈万坚、黄国书、何新存。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下一步有没有意见？我跟主席报告，因为刚才也跟中委在质询的时候提到，因为专案办公室那个办公室我们就以总统府这边所成立的哈，我想部会我们教育部就成立专案小组。这个案子得了，得委由嘛，得了。对啊，我们就以小组的专案小组就是跨把这些邀请进来，好不好？好，我们修改一下文字好了哈。好，专案小组。好，那文字修改，来文字修改。好，成立专案小组嘛哈。好。那我是不是也提醒一下部长哈？我上次质询过新南向的配套奖学金一些，还有学系的设置。那事实上，我事后科技部的部分我也提出相同的质询。其实有很多国际合作交流计划，或是学校的这个专案研究补助计划，这需要教育部跟科技部两个部会来
合作，所以是不是您就是这个部分你们成立一个小组，科技部的尤其是在高教的部分那个部分的连接一定要特别注意，好不好？ 好谢谢。好，本案做文字修正，成立专案小组嘛。 好，文字修正后通过。好，下一案。第三案，为补助国内基隆大学进一步迈向顶尖大学，教育部之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其程式民国100年4月开始执行，已使用435亿元，并将于今年年底截至，检视该计划成果是不理想，是受补助学校之世界大学排名成绩历年最低，有的学校甚至普遍退步。就深究其原因，在于教育部未能重视我国高等教育生师比过高问题，生师比越高，代表学生多，教师少，教育品质堪虑。大专院校生师比是1990年代以来逐年恶化。民国80年生师比18.5，到了104年已高达到26.1，远超过于 OECD 国家平均的14.5。相较于生师比是世界大学评比的重要指标之一，教育部顶尖大学计划却没有这项绩效评比，基于生师比是衡量教学品质的重要参考。原此要求教育部应定期统计公布高等教育各学校之生师比资料，并应将生师比纳入对高等教育计划型补助之考核指标。提案人委员张廖万坚，联署人委员何新存、黄国书。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教育部有没有意见？是跟主席报告，只有一个文字我们做建议做修正，就是最后一行考核指标，我们是不是建议修改为参考指标？这一部分教育部会来依照提案办理。好，委员有没有意见？好 ，OK 了哈，考核指标改成参考指标了。好，本案文字修正后通过。好，谢谢。报告委员会，我们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